各位同仁，现在开始进行第六次会议，报告事项。好，各位同仁，那么今天的议程上午是市政讨论，下午是各审查委员会的审查议案。现在请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第五次会议记录，时间中华民国106年6月26日9时30分至12时16分止，地点本会议是厅出席议员翔卢副表，列席市政府市长涂醒哲等21人，本会秘书长李佩玲等3人，主席郭副议长明斌，肖议长署理。报告事项：一、出席人数已达法定人数，主席宣告开会；二、本日议程上午专题讨论市府北栋大楼，下午小组活动；三、议事组宣读上次会议记录，经大会无异议认可。本日议程专题报告市府北栋大楼，欢迎议员廖天龙、黄秋泽、郑光宏、吴尚明、傅大伟、张秀华、蔡永泉、王美惠、蔡荣峰、陈信之、蔡文旭等议员。答复主管市长涂醒哲、行政处长陈宝东、公务处长李建贤、行政处副处长陈冠莹等单位主管。欢迎要点廖天龙议员探讨北栋大楼工程传闻，前民意代表向建筑师收贿之情事，应具名以免毁损待遇者之名誉，并对市府变更市政大楼之新建计划予以认同及 VTOOT 案之利弊等问题。黄秋泽议员探讨市政大楼延宕案、特别预算保留及蓝栋大楼结余款支应等问题，呼吁市府应优先解决建筑师诉讼案，再进行后续规划，并对市府采 BTO 方式办理提出质疑。郑光宏议员探讨市府对市政中心新建案、行文建筑师解约案之善后及促餐案采 BTO 方式办理等问题，请市府提供成本效益分析资料供参。吴尚明议员探讨北栋行政大楼工程解约案及促餐案等问题，并对传闻收贿情事予以谴责，请市府对行政大楼工程案应拿出魄力尽速解决诉讼案。傅大伟议员、重申议员并非反对市政大楼新建案，建议市府应以和平方式与建筑师解决诉讼案，整体规划应以全民利益为考量，朝设置图书馆、 K 书中心、便利商店顶楼建置太阳能板及景观台等等，使双子星市政大楼成为本市新地标。张秀华议员探讨北栋行政大楼是否单方终止契约案、促餐 BTO 案、变更新建计划等问题，并对工作报告内容提出质疑，建议是否对工程应进行风险评估，并请市府提供该工程案工程程序之公文相关资料。蔡永泉议员探讨北栋大楼工程延宕案及建筑师设计缺失、变更市民中心以及最优质建筑委外经营等问题。王美惠议员探讨北栋大楼工程解约案、预算保留 VTO 案等问题，建议行政大楼应将府外公部门纳入规划，以利民众洽公。蔡荣峰议员探讨北栋大楼终止契约案，是否应兼顾双方权益，诉讼案与新建计划应同步进行，工程物有收费请示发生，招标应采公开公正方式办理等问题。陈信之议员探讨蓝栋大楼缺失及北栋大楼采促餐 VTO 方式办理之利弊，建议规划空间应足够，朝特色化进行规划，与建筑师应以和平方式落幕等问题。蔡文旭议员探讨蓝栋行政大楼耗能、漏水、维修等各项缺失及北栋工程解约案对大楼新建案之影响，以及 BTO 促餐案之利弊等问题，建议是否应采行他国办理之优点，朝前瞻性大楼进行规划。散会12时16分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同仁对上次会议记录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意见的话，确认市政讨论。好，各位同仁，现在开始进行市政讨论。那么截至中午12时前的这个时间，作为议员同仁共同的发言时间。那么依照早上议员同仁登记发言的先后顺序，每人含答复在内是10分钟，请各位同仁针对市政提出建议或者请教。首先我们请登记第一位黄秋泽议员来发言。来，老张早。经过张市政北栋大楼市长你的报告，其实想讲吼，这拖这久啊，拖这久，这嘛议会当然啦，多数啦，甲咱我看嘉义市民啊，嘛希望会当早日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但是这要有一个前提啦，有咱政府机关吼，你要有一个正当性，要有一个正当性。第一，因为这是采购的时合法性
这个建筑师，伊是经过合法遴选出来，含政府签约，对吗？这是合法的哦。到干时阵，哦，唔是讲你单方面噶，总组合约都不合法咯、哦，这依然也是合法的。所以，市长我是安尼甲伊建议啦。第一啦，既然是合法的，这会经过中央补助、全额补助，哦，这专款专用的。应该啦，你爱去和你先讲啦，啊，你就这两单我叫你和你讲，哦，大家讲讲的，欢喜甘愿讲我好，看偌济讲我好，因为中央有要听你啊，等于你总组合的衍生的经费问题，只有3,016,695，这要听你啊，你去和你讲，讲了大家好，安尼上盖好啦，大家等下写写咧。这上盖好，安尼正当性上有啦。啊，若无你六月初甲总组合约，总组合约后壁阁有赛尾咧嘛？这要过要阁过几冬唔知啦。啊，安尼落吼，中央要甲你停，议会要甲你背时，这就会有问题啦，对吧？中央要甲你停，有得停到，今嘛你来好，你今嘛甲总组合约，你今嘛阁会请市民中心。以您的报告，你现在要新建市民中心的概念哦，不是市政府北栋大楼办公大楼，这原底是南北栋办公大楼。你现在的概念是市民中心是另外一个案哦，另外一个案，这是要起办公大楼以外，要去做商业设施、商业行为啦。哦，这是两个案，啊钱呢？中央也要准你，中央要哪准？伊要去另外。另外核定你要补助公文，市民中心的公文多少，补助的公文下来，这不是说、啊、你北栋的结余款、哦、再来的是22,825,700元，他中央如果要分文来他说、啊、这村的你一个3,000多去处理总组合，村的21,200,000+、要再让你规划设计兴建，他分文下来，这后日啊，就有问题啊，有毛病。万一恁老何解调解好也无问题，来收购，过到尾啊，咱市政府万一来掰总组合约无效，违约，这是啊，这起码得是双头马车啊，恁老双包啊。并且时阵哦，伊这个规划设计案要有效哦，啊，但是有效你中央共准。准过用这个村的这22,000,000+，佮继续用办公大楼北栋的，你佮准啊是啊，啊到时你这边佮发包落啊，啊起落去啊，啊那边合约话继续有效，这时候到底责任要送的，市长你时候脚掌八半半的你走啊，迄6,7,9,7,8,9,10啊，时候中央的推卸责任啦。一定会推卸啊！这有违法的问题啊！到时诶，你市政府诶，你嘛会推卸责任啊？你会讲啊？这个先议会同意咧，议会同意你听好哦，议会同意是同意哦。你市民中心是另外一个案，中央核定补助诶。市民中心，你要做办公大楼，做多目标使用，要做。商业行为，在这部分哦，议会是无同意讲你阁用旧的别栋大楼新建案，会阁来去，阁来后摆收购，个讲嗯，啊议会同意的，啊议会搞背时的，先讲好好。所以中央啊，你初五的公司市民哦中心的新建案，中央啊报道公文落来写好好哦，写好好哦，恁去总哦写好好哦。啊，后日来先吼，报道公文下来，主给你的记者，哦，爱个编辑医生上来以为新资料，恁要规划设计，哦，恁要发包，恁要去行，哦，这议会我来讲过，议会无要介入，我嘛无要甲你背书，所以我就甲你讲，甲你建议，你就爱先去解决了好。你该收听的啦，中央要听，地方要议会要听，人家有材料给你听啦。你解决无好，留一个塞尾，后摆你脚掌拌拌的，
中央遐个人会有可能违法，阮议会才到一时间，方叫伊们作衰，对无？啊，你来安尼违法了嘛？你闹双包了嘛？那会当安尼？台湾的采购会当安尼哦？合法的重大采购案，那有可能会当互你安尼？啊，安尼你会，你阁执政，你阁继续咧连任，你阁继续连任，你若万一若无调？啊，是准乎你有调，但是诉讼案搁伫后壁。你无调，你到有调，你尻川盘盘会走啊呢？对无？你上面甲你切切，台湾上面甲你切，所以这个问题吼，我希望你会记住哩。核定的公文一定要送到议会来通过，你才去哦去发包。哦，你去规划这个站子，你发包啊发包吼，这包一定爱特别注意。你若后壁。你若讲有好改了啊，安尼就较无问题。你无好改了，无人要甲你背诗啦。哦，阮同事啥物人要背诗，啥物人具名啦。哦，我是无要甲你背诗这啦。再来，咱讲伊个采购啦。即咱台湾哦，即个采购法是例外，但是哦，来到地方各县市政府哦，乡镇拢未用得来。你个时阵伫过十九年。这是合法的作有立标评审委员胜过第一名的建筑师。哦，你讲今仔讲伊有问题，伊得第一名有问题，啊，来遐审查委员拢爱以上发办。啊，伊个规划设计南栋北栋，啊，南栋也起好啊。你讲啊，南栋起了多济问题，啦，多济问题，这伊个基本设计、细部设计啊，这些审查委员、这公务人员现在为个在咧吃头，才拢有责任啊。过来，你讲啊，北栋的设计嘛有问题，哦，有问题。你即马个基本设计、细部设计，过来你啊971万去，哦，啊，恁家总按个新栽啦。所以这公务人员后摆啊，随时也拢爱以上发办，对无？啊，有问题，你过继续来。总讲有问题啦，因为建筑师也无可能达行设计啊100%啦，有可能有问题啦，有问题你啊定金概念嘛。你讲伊设计啊足好。哎，无，咱唔敢安尼讲啦，无一个建筑师敢安尼讲，但讲设计啊歹个安怎，是建筑师哦，一定会停多啦，一定会吼、哦。啊，无诶，甚至内底吼，唔是干伊一个人，你遐南栋啊，验收诶，遐验收人员遐安怎去验收过？啊，你遐审查遐人员，市政府遐人安怎审查？北栋遐人安怎审查？这人拢有问题，规关嘛，人拢有问题啦，对无？过来话紧，哦，你诶时阵。叫这丁叔来，你到中央来核定落来，另外市民中心不是别栋大楼，完了分开来，送到议会通过，你去规划设计去监测，你要统包，你要最有利标，你要安怎包，互恁去包起个人做，也个人担，哦，你要做 VTO， 要做下阵吼，要起几十楼的，哦，要做互民间来投资。哦，要阁上云经营30年、50年、100年，诶，后摆恁内底招标稳定，后摆恁所有的作业，哦，嘉义市民咧看，哦，这今嘛这算全国办的啊，对哦，你今嘛到解约了，伊今嘛吼，到天各地，当然啦，伊权力啊，哦，伊到天各地啦，这即阵全国性的啦，不管是我讲啊，遐建筑师吼。我看到也无人敢入来看你标啦，啊，讲属于这个外口嘛，搭着风声啦，这旧年就开始风声嘛，风声就拢白好啊嘛，哦，有无？唔知啦，无抓到，拢无准算啦。这风声伤大，这地饼伤大地，所以目睭金箍箍，大家咧看嘛，所以要做这爱注意啊，注意啊，哦，你搁咧用同胞，搁咧做有利标，啊，这内行的就看啊，这外口风声有可能真呢。对，哇、哦！那个 VTO， 哇、哦！那个从这栋站那起20楼、30楼，啊，咱的地5000几平，啊，咱个中央个20几个个波多，啊，起来了，啊，怎样好野心去经营？延长一分钟。啊，好去经营，个经营30年、50年，这栋大楼好去经营使用，这足多人也感觉足奇怪，对不？这国民党个虽然烂吼，但是伊也个吼。他优秀一点啊！这种手路我来讲，你要注意哦，内部你要注意哦。这种手路是较错，这外口足多人在讨论啊。第一件国管局的兵啊，拢下来讨论。往后你这实在伤大啊！这武汉伤大呀，你听哦，武汉全国性诶，这要你就来做嘛，肩卡脚，这无到了白好，这袂赴啦。所以你做好心咧，做好
唔通出代志，啊！你着去协调，哦，啊，互大义市民来检验，看你这件到底做了对还对，好啊，检验，哦，啊，这重要紧的呢，啊，你着安尼，保证你会调，若无调吼，你还别调去口罩，我看我会惨你，啊，像你这种模式，啊，后日啊，只卖换来，哎，找一两个理由，把你终止了，啊，你来讲倒掉，你叫阮死的，我来讲。好。谢谢黄秋泽议员的发言。那么继续，我们请廖天龙议员发言。来，老三，主席，我请教咱警察局局长吼，局长，迄、那个张吼，我有咧看迄个国会转播了，对啦。伊讲有心甲咱警察警消围绕这个条嘞，这条吼，伊是通过啊，二读通过啊，啊三读一定会过啦。啊，所以讲伊就是讲为咱的警员本来是50岁会当退休领月退，啊，即马改过了，变55岁才有当领月退。就是讲，咱当然50岁当退休，变到爱55岁当退休。啊，我正在请教我，安尼五当吼，咱遐警员第一线遐警员，50几岁啊？你看呢？敢走会赢遐？走会赢人？啊！佮即马十佮轮休，12点钟、10点钟咧做。当然，咱有一个超勤奖金啦，哦，万几块啦。但是，因咧做敢干那迄几点钟尔呢？我相信大家拢超过来。先来回答一下，那你做到底几点钟？好，请张局长来回答。哎，谢谢主席，谢谢张议员哈、哦。这个我先聊呢。哦，廖议员，不好意思，我看完了，那就奇怪了。过了，这个我们那个这个时间，我们严谨执行时间是不一定的啊、哦，也有8个小时，也有10个小时，那个看勤务轮流的。对，轮起来哈、哦，我想讲加起来时间，每一个月加起来时间就对了。哦，那个超勤时间都超过。对对，超勤都超勤了嘛。哎，一个月超过100。对啊，一定要超过的，超过多少啦？所以讲，那有稍微奖金了后，我想讲，即马唔是，即马讲伊的体力，佮伊精神。你伫底线较早是规，咱家己吼是55岁才当退休啦。迄阵啦，虽然规定50，但咱家己拢讲过55岁。但我开了后，迄阵陈国恩在做家己检局长的时阵，我的建议讲，哎、欸，安尼袂使呢。人建政府规定50岁，现在讲到55，我不要讲好，调整落来，50岁就当退啊。啊，即个就是讲，因为咱的环境无共嘛，咱做的也要做行业吼。职业的水的病吼无同嘛，不是讲一般一办公室嘞，对吧？一个办公室无要紧啊，你有55、60嘛无要紧。所以讲，咱的公务员是60岁才当请嘛，啊，佮一年一直加，一直加，加60、65嘛，会一年增加一年嘛，所以加加的时阵就对了。所以即马是你讲，哪呢？咱的一线即个警员大概有几个？来，我们目前原警署是698名。对啦，伫一线啦，比如讲分局的啦，还是什么遮啊？这样状况有，大概要接近一半应该有吧。基层警员大概400多名。嗯，大概什么？我今嘛只咧讲吼，因为这是法律咧动一点法律吼，一定一体啦，它是一体的啦。无讲，我不能讲。虽然足侪人咧讲，你为嘛讲？咱警员甲消防局的，和消防人员，因为这较危险。你话我变来讲，伊才55岁啊，再佫换个水管，佫爬去到几楼个，也是讲安尼吼，我伫遐吼，可能较困难度足大个。所以讲，咱个警员底线啊，啊个消警员吼底线，遐感觉讲会比较辛苦啦。啊，若讲体力啥物也较无够，可能危险性较大啦。我即下是毋是讲，我捌看经过吼，有一个警员吼，超过50岁啊，人讲要掠通缉犯哦。好为招待妇女呢？迄毋是我讲假，迄家己饲的呢。我说我感觉讲，像这咱爱考量伊的体力，体量伊的心情，是毋讲到第一线，还是讲咱可能要调整到第二线，可能困难都足大啦。因就敢像保安队，还是讲迄、那个哦警备队安尼尔。咱是毋是讲哦？我都讲这人员调，比如讲咱即卖还阁减几个，还阁减几个警员。一个无保定的，我们总共目前还有80名。80名嘛。对。我相信，若保定第一项就是讲，咱若甲保定来了，对吧？
尽量快当补丁，补丁呢，咱当调配了，可能靠调配了。迄八十几个人第一前第一线吼，咱调配时间因有可能迄款时间较济啦。这我是安尼想的啦。啊，过来，我请坐啦。过来来，市长，我是咧想讲吼，中央的法律无啥可能要改，未当个个别啦。啊，所以咱即马各管区吼，就六多他有一个奖金啦，收一个奖金，你知唔知？就是讲加一个比，佮加另外一个奖金。啊，咱嘉义市吼，拄听讲过啊吼，我走三四百个是第一线，第一线吼，毋是办公厅，第一线遐吼较辛苦。咱是毋是讲一个月，佮加一千块？千块当然是毋算是，但是讲若加一千块互因，啊那呢，一个月差不多三四十万的尔，啊一年才四五百万，那呢，因感觉讲，我为五十岁，啊你加拖啊五十五岁。哦，啊，我到这情况嘛，嘛是硬抢就对啦。那个时阵吼，虽然无借钱，但是一心肝内感受无同啊。喂，咱家是有顾虑，到感觉讲因个辛苦。你看咱家己来编制讲，围绕奖金，就是讲伊较苦、较危险呢。哦，啊，做较少个奖金，一个月加加一千块互伊。你看你有困难无？好，请董事长来回答。啊，谢谢主席，谢谢廖副议员对我们恩情哈，啊，健康的关心了哈。那、啊、当然，过去哈，咱打光辉阵哈，平均一面是五十岁，大样年了。嗯。那主要是迄个平均八十岁啊。对。所以嘛，大家，现在大家咧讨论咧哈，那讨论讲啊，想早退休个要足用个哩，啊不创退休不创爱，所以讲。即摆讲生活退休是较少啦，但即摆是延后退休这个部分对延长因为体力较体力很关键，所以这个部分用一千块体力都要变较好，我也不太相信啦哈。无、可能啦，一单哦个万二吼，变成讲那个了，这是咱个体系啦。嘿，个认真看嘛，但是讲安尼怎一转变较认真走啊，较高走。你是较认真，心理上他会有一个我感觉讲，咱政府有咧改。所以这个部分哦，我先来叫进。做一个研究啦，研究看看。嘿，看看。如果我真的跑不下去的人，在不违法之下，还是应该要让他调比较停课的哈。或排班什么，这个应该要处理一下。警察都无了，他勤工兵警也对我可怜啊。有啦，就等到我来拜托这勤工的工作，我嘛知啦。哎呀，总啦，他借了些亏钱。对啦，我派出所那外吼，咱都村内话嘛，对吧？你到外口，我都靠。都开始发辛苦，但是别这样意思哎。但是说劳力如果不均呐，哈，劳力不均应该有不同的待遇。这一个对啊，我干嘛呢？是这个可以的。研究看看啦。大龙小刚，大龙领后加紧奖金，再变成变相薪水，就没有再加紧的位置。对，再请那个警察局这边哦，再不违背中央。那个鼓励啊，鼓励他们是可怜嘛，对不？对。所以我干嘛叫别人来研究看看啦？好啦，啊，最好是说。鼓励他去运动啊，靠他的。对啊，当时。我十岁个无那都不拍死啦。无啦，都白班白教都无得困，都无时间啊，都在那暗时念就行。这个要检讨。哎，这个哈，这个我们检讨看看啦，好不好？谢谢。我今嘛一个咧，我冇知道吼。咱今嘛讲政府讲开始今嘛讲咱的卫生纸爱落落地摊，啊，咱这么改就更有信心啊。好，请环保局张局长来回答。谢谢议长啊，谢谢廖议员。这个部分是中央的政策，所以咱家己起码是有配合实施。那比如说是咱公厕的部分啦。咱的公厕的部分，你看咱家己到底有公厕或者啊有没有实施讲未使漏？啊，起码到底漏？啊，漏的信息也太薄。啊，有没有没错？咱的公厕有1000多个啦齁、啊即马目前伊有分两种的，讲如果是比较老旧的公厕啦齁，也不一定说一定是。一直太老了对啦。是。所以它是有评估啦齁、啊、所以我们制作了两种的贴纸，一种就是你可以直接丢到马桶里面的，啊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比较老旧的公厕，那黑汤的底下了，种贴纸啦，黑汤的底下了，就是维持以前旧的方式啦。所以讲，我即摆是讲，既然你用这物件哦，因为面上无道理分辨讲这是老旧，还是会使未使，他无道理行。等于讲，伊卫生纸面上有可能
有可能用面纸啊，你也唔知，不然这无卫生纸啊，啊用面纸啊，啊用那个落嘞，面纸是会塌的呢，是，对吧？无得分切嘛，咱即摆是遐有透顶的面，然后做卫生纸，才会当分切呢。啊，咱外口咧卖，嘛唔是讲，逐项拢是会当分切，你知唔知？它也不能完全不能丢呢。那所以问题出在这所在啊。咱一般现在哪是卫生纸啊齁，它上面大概都会标示这些卫生纸。好，延长，请延长一分钟。不是啊，现在民众的问题，现在问题出在民众的，对不对？伊要去洗手间，啊，伊在底路，咱无下卫生纸底啊，咱无一定有下嘛，啊，像用了也无一定啦。啊，哪呢？伊现在都无大面纸了嘛，爱用啊。是，所以这个部分哦，就是讲在迄个公厕的附近哈，较早可能拢有卖迄种面纸的，即马拢会甲改做卫生纸安尼啦。我知啦，我即马是咧讲较俗啦。那多多人无的时阵要用的时阵，他还是做就有物件嘛。啊，那无要买，啊，改过过有的物件，还是有问题的。所以讲，我感觉讲吼，你应该讲看边啦，你是适当就好啦。嘛是迄个公路嘛是有重要啦，我几年前较早较细块较大块，啊你马桶嘛是有重要，唔是还要做迄个化粪池嘛有啦，还是有关系啦，所以研究一下看边处理好好些啦。行，好，谢谢。好，谢谢郑光宏议员。那么谢谢廖天龙议员，继续请郑光宏议员的发言。好，谢谢议长、市长还有市府团队、议员同仁、媒体先进，大家早安，大家好哈。今天有今仔日，我继续要来跟你探讨市政中心北栋的问题吼。其实这个问题，我本来今仔日已经无想要跟你讲啊。结果因为你昨讲迄句话了以后，吼，我感觉讲今仔日的嘉义市政府真正是假人告搞的市政府。你昨讲什么话？当记者在跟你问讲，民国97年建筑师伊合法摕到建造了以后，你即马要叫伊解约？结果你安怎讲？你甲讲结婚？摕到结婚证书了以后，离婚的嘛真多。听到这句话了以后，我实在感觉讲，咱家己市政府哪会这么阿爸？那你叫你哪会这么阿蛮呐？哈，哪会这么阿蛮？市政府的这个傲慢的这个态度，真的是让我看不下去。蔡英文总统就任的时候，他所提点绿营县市首长谦卑、谦卑再谦卑的这个态度。市长你袂记得了，民国89年市政中心依采购法以公开招标的方式来办理评选，评选委员会由市府、由议会代表还有学者专家共15人组成评选委员会，总共有16间的厂商在投标了以后，规工的评选上尾啊，郭志强建筑师拿到了规划设计跟建造的权利。一个建筑师他透过公开的程序去甄选评审之后拿到规划设计跟建造，当时也交市政府正式签约了以后，10多年过去了，北栋到现在没去以外，今天被迫被市政府解约，解约完之后，建筑师他不仅连哭泣，不仅连喊冤的机会都没有，还要忍受市长在这个时候给他站一脚，还要忍受你对他的言语霸凌，冷嘲热讽，去他说拿到结婚证书的人离婚的也很多。市长，你是一个医生，你敢知道病人破病去看医生也很多，人去因为医生误诊了以后死人的呢，医生也不是万能的呢。在这个案子上充分显现出市政府傲慢的一个态度。第二点，我请监控室给我一张照片。我在这边要请教行政处处长，当时有议员在跟你问说什么我们要交北栋的建筑师解约的时候，当然你在说的缺失有很多，真正你说有可能有70项，可是你说最重要的前3项，第一个是能耗，第二个是漏水，
第三个是维修的问题。民国84年，台中市政中心伫咧迄个东西，由瑞士的设计师，这个开国际标，由瑞士的设计师设计完之后，伫咧民国99年落成启用。全栋的玻璃帷幕跟咱家己市的设计几乎是完全一模一样。量体51000平方公尺，造价67.9亿，都是我们嘉义市，不管是造价还是建筑面积，都是咱家己市的三倍大。那么大的一个量体，全部都是用玻璃帷幕，难道它就不会遇到能耗的问题吗？难道他就不会遇到能耗的问题吗？所以今天台中市市政中心设计过了以后，全栋的玻璃帷幕，而且它的量体是我们嘉义市的三倍大的时候，为什么它能够克服，而今天却被我们嘉义市拿来当成是跟建筑师解约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缺失的一个原因？这第一点，这我觉得我没得理解啦。第二，漏水，如果说漏水可以提供做咱交建筑师解约的原因的话，这样全台湾省所有公共建设我看都没办法做了。连一间民生的厝，起厝起好交厝了以后都会漏水了，哪有可能这么大型的公共建设它起好了以后都会没缺失？而且漏水的问题你也要去了解，漏水的问题到底是因为建筑师当时候设计不良，导致工程界面上在衔接的部分漏水的，还是说因为在施工过程当中因为施工不良而造成漏水？这个是两个层次的问题嘛，是建筑师设计的问题，还是买了施工了以后，施工未拄好了以后的问题？这都要去探讨嘛。第三，维修，你咱在讲着讲电火歹换，疑火这嘛歹换，这我承认。不过这个物件，那如果讲今仔日你要给建筑师一个机会，会再给他修改的话，灯具的配置，这个都是可以检讨的，这个不是问题嘛。所以对咱你的答复议员讲，咱今仔日建筑师解约上重要三项的条件：第一能耗，第二漏水，第三维修，这我完全无路接受。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第二，我要来交租界处探讨专款专用的结余款1亿3000几万南董，会使提做，因为履约纠纷之后，我们跟建筑师之间的诉讼纠纷跟相关的后续的损害赔偿的，可以吗？租界处，好，请方处长来回答。感谢议长，那感谢郑宽宏议员。那因为我们现在我们保留的科目的话有两笔。不是，处长可不可以嘛？可不可以？ OK 啊，没问题，因为你工程齁，工程一些衍生的费用就在工程的费用里面齁去处理。大概那以前有做解释，等各个机关也都是这么处理的。各个机关都这么处理，注定一下这齁。1985年5月7日，咱针对北董这个部分，咱就行政处就询问去后来进步，当时就去问问看讲，委托工程专案管理的厂商办理及所衍生的相关费用，可不可以由补助款的额度内来支应？结果咱5月7日，咱发文去后一料意啊，5月19日内政部他马上就函复给我们，当时候他就最后他有讲到说，跟建筑师终止契约所衍生之相关费用，请由贵府自处。1984年5月19日，这是伫咧市场上任了以后，恁就北董解约的问题，恁去问内政部，内政部回复当时就是甲你讲，相关因为诉讼所衍生的相关费用，请贵府自处。今仔日你等到汤来底甲阮讲讲，解约了以后会使用专款专用，用南董的结余款来支应，这个就自打嘴巴了嘛。好，今仔日另外，那如果讲今仔日中央为着这个代志，伊要开青灯，要有改起行，未来伊要面对问题，未来他要面对的问题后患无穷。各管区呢，如果后摆拢顺这个例，要甲中央用结余款，要来解决后摆履约所产生的相关的一些费用跟损害赔偿的费用的话，未来
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第三点，我来这要交政府要探讨的吼，就是讲，咱同款也有咱市政府的官员答询议员的时阵讲，后摆损害赔偿的部分2000万会再解决。当然，今仔日我要讲的，就是讲，今仔日后摆不管是2000万、3000万、5000万，去交建筑师解约了以后，所付处理的损害赔偿的问题，这咱先卖讲，金额偌济咱先卖讲。可是，当今天因为公共工程，因为跟建筑师解约完之后所产生的法律的疑虑，那这一些疑虑如果有涉及到损害赔偿的部分的话，市政府本来不应该开的钱，结果我们开处理了以后，中间有没有涉及到相关的行政疏失？而这些行政疏失有没有人需要去负责？政风处，张处长。好，张处长来回答。因为解约完之后所产生的履约争议，导致最后诉讼完之后，我们市政府必须要付出比原来还要多的公务预算出去的时候，这中间有没有涉及到相关的行政疏失跟人员的惩处的问题？谢谢议长，然后谢谢郑议员啊。那个这个部分呢、啊，我想是在整个一个案件的这个进行之后，再做一个回头一个检视的部分，我们再去做。所以今仔日呢，如果讲咱有熟悉的话，咱因为这个案件解约了以后，咱给付钱处理了以后、欸，有没有人会涉及到行政疏失的部分？这个要看未来检视的结果了。那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去做预判。出点去坐啦吼，所以不要紧，剩最后几分钟的时间，我只是要跟你提醒。延长一分钟。相关这个问题，拢不是议会这个议员爱去面对的。如果因为这个问题，三星的效果拢是公家部门，恁爱去面对的。如果说因为这个案子有任何的公务人员因为涉及到疏失的部分的话，市长该签的你嘛是爱签，该惩处的还是要惩处啦。吼、哦，一个案件无像安尼啦，要未结束，要未解约了以后，我们就重启另外一个案子。这社会各界大家人拢在看，这个案件，尤其是台北大巨蛋的争议完之后，市长你敢知影？台北是在未来，他在大巨蛋争议之后，他在相关的标案跟招商上面，其实他遭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未来嘉义市还有真侪重大的建设要推动，有建国一二村，有你的养生防老园区专案让售。厂商都要进来，如果你没有好好的处理这个案子的话，鳌拜秋收。好，谢谢郑光逢议员的发言。那么继续，我们请陈信之议员发言。议长啊，市长、市务的主管吼，余万东林记者先生小姐，大家好吼。首先我来请教咱消防局吼，唔能够堵啊嘿。哎，这差不多一礼拜以来，西区都发生两件火灾吼。一件是伫阮新厝里，一件是伫北湖里啦，吼。北湖里这件是到顶礼拜拜六才发生俩，吼。啊，这两件看起来就是拢里面没有消防栓，啊，伊这是拢伫旧的社区里面，吼，是旧的部落里内底。但是伫伊阮新厝里来讲，加载拄啊好，路拢有拓宽，但是拓宽呢内底就是因为没有消防栓。啊，听讲就是有消防栓，但是水压不够，哈、哦！我唔哪讲啊，咱局长，你有去了解无？好，请数据长来回答。哎，谢谢议长，谢谢陈议员的一个指教哈、哦。那里有中路新厝街那边消防栓有，我们有运用。因为你现在就说在是水压不够啊，听讲讲开了都无水压，水不出来啊。水压的问题哈、哦，就是如果是。当贡献的时候，你前端在用，这边就会。对，局长，我想你再不跟你讲的，就是讲，希望虽然消防栓做了，但是咱嘛爱三不五时去检查一下，它的水压够不够、嗯？那如果水压不够，那我们要怎么来处理？哈，哎、欸，我希望讲，是，咱嘉义市还够有足侪旧的部落，哈，旧的部落内底拢是还够给出啊，嘛还够木造，哈，我希望讲，是不是麻烦咱消防局？会当把所有咱嘉义区专区内底去看卖啊，有需要你像北社围246巷内底遐，吼、哦，北社尾还阁几落条巷啊，拢细条，拄啊刚来车会滴入面尔，你的消防车嘛无法度入面嘞。
啊，因为迄个消防栓，我有去看，消防栓是伫咱北社围路，但是爱阁抽入去，所以我是希望讲要去检视一下，会使阁伊阁入去，啊阁一撮出大撮的，啊阁有细条巷啊，所以我希望讲是毋是去检查一下，若需要，咱会当甲装消防栓的。好，谢谢陈议员。这个部分呢，我们会照陈议员的一个建议来检查。那我跟陈议员报告哈，我们每现有的消防栓啊，现有的消防栓1024啊，大约是这样子哈。我们每个月都会定期一次，一定都会去检视一次。那么第二个比较细小的，就是说要自来水公司的管线要在，它要至少会。比较适合的是100mm，也就是4英寸的管线到达。那比较低的到75mm的话就，这个就是细节的部分，你就是要跟那个自来水公司去处理嘛。来看看，好，希望说这个，你这是咱的财产、人民的生命安全，我希望讲市政府一定要重视。好，谢谢陈议员关心，谢谢。来，那我们请那个监控室哈来播一下，来，市长、市长跟那个今麦那里。主任秘书，哎，秘书长哈，看一下哈，这个就是兰花营。这兰花营呢，这是人澳洲的人传给我的哈。伊讲，因这兰花营呢，那今麦去澳洲八月份去是足水的哈，很漂亮哈。你们就看一下哈，过来第二张。这呢，目前你咱台湾是已经有诶，哈，这目前你咱台湾已经有诶。所以我希望讲，我们恁注意看一下哈，这个叫做什么呢？柿子藤，叫做手指藤啦，哈。啊，我解了解就是讲，这个树啊呢，五冬，伊就会开花。开花了呢，伊的花期是5-6个月。所以这个花期算是很长啦，哈。来，咱搁看一张。好，伊颜色唔是干啦黑鸟。它的颜色有好几种，好、哦，阿林干妈公，这个花有水不？来，市长，好，副市长来，请您回答。谢谢。主席跟呢陈先生议员的这个美丽的那个图画哈、哦，这个紫藤哈、哦，还有兰花有，兰花我们也有，但是没有那么漂亮，我吓一跳，怎么可以那么漂亮哈、哦？这个我可能在研究一下，那紫藤哈。哦是不是要再比较浓一点？我不知道这个在日本有一个佐藤公园也是非常有，很漂亮，非常漂亮，非常漂亮。事实上还要买票进去的啦。那这个佐藤的部分，我们嘉义县有，我特别跑去看哈。那都无哎，我早我去骗人的，因为今年那个花非常少啦，用的普遍是以前的啦。本来是说我们在山里面稍微可以转，对种，但是。不是非常非常漂亮，我来请教育大学来研究看看。我们现在有景观总顾问哈，他也在帮我们忙，看看哪一种花是可以做的，我们再研究看看。如果主藤真的是花期又长，那而且是可以种的话，我们好好来研究，这个是非常好看的。因为我知影讲，今嘛在目前离咱嘉义县市已经有人在发，啊，所以就是。对，已经有，好、哦，就是已经有。啊，我是感觉讲，这个很漂亮。是。咱即摆学来呢，区大征收内底有三个公园，甚至如果若讲真正咱这有栽条甲用哦好，和树是六冬后加一期，嘛变一个景，因为迄个观光啦，哈。有关的研究，啊对，不能做成那么直观啦，哈。对，有可能这。那太对了哈。对他就是说，那是安怎去落，被安怎经历嘛，叫人讲啊，这个要怎么去处理，这也叫水。好、哦、啊，他在澳洲那个兰花营呢，也可能是种足久啊，所以人家你也看、嗯、很漂亮，很漂亮。好、哦，我也希望讲我们要多学习的是，要去有人的好回来，尤其咱今麦遐拢空空嘛，拢无会当互恁发挥，看要来来规划。我们已经有开过景观的总会议，那我们有正式委托嘉义大学的景观所哈所长哈，好像他们的团队要来跟我们做这方面的总检讨。好、哦，希望咱六冬后加一次卖变只水啦。好，好，谢谢。哎，市长你下坐。那个来，我们看，来下一张。啊，来，那个秘书长哈、哦，这是阮北社尾一号公园内底建筑物哈、哦。外口咧落大雨，阮内底是咧落小雨，甚至都甲变这个是上面咯、哦，地下室规个拢都爱去抽水呢。好、哦，啊，我希望讲，来再看一张。
这两张是差不多一样啦，哈、哦。但我希望讲，咱的这个建设处哈、哦，咱即马秘书长代理，哈、哦，啊，尤其你是工程的这个先辈，哈、哦，你对工程嘛真有这个专长哈、哦。我希望讲，是不是有法度，看要安怎来给解决，可以唔通搁外口咧落大雨，内底咧落小雨，好不？咱也是要去来看一下，来回看一下。来，秘书长，好来，赖秘书长回答。好，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哈、哦。有关这个北社委这个公园在设计上，还有养护管理上，的确有一点疏。因设计时吼，伊迄厝尾顶啊，遐留一个坑啊，啊，像细坑，诶，水大雨来一截个，啊，就排小套。啊，尼古月清伊迄悬臂式肯定咧无诶迄变吼，结果伊小块沉落，所以底下就积水、嗯。所以你敢？知道了，我有随走去看，所以我希望讲，看议员你当时有时间，咱来敲切切。啊，至于吼，伊迄下骹底也是有饮水，是因为伊是利用迄个洼地来做的，所以这点会当做一点来现场来解说。啊，头拄仔你所讲，阮市长甲你回答，像迄兰花营伫堪培拉，伫澳大利亚的首都堪培拉，迄近五六十年啊，安尼都市间家己相共。30万的人口是澳大利亚这个国家的首都，所以这树啊种了非常的水，我们会来打拼，啊，希望议会嘛，多多给指导加支持，感谢。那会当予嘉义市搁较好，你请坐。会当予嘉义市搁较好，予嘉义市嘛会当成为一个花市吼，这真正是绝对，我相信议员绝对会给您支持，是今日恁无法度去甲做水安尼尔啦吼。啊，那希望加变化是迄个乌白花来。哎，我感觉讲，我们哈议员立议会，唔是惊恁市政府开钱，是惊恁做了唔对，安尼俩，好开了唔对去，啊开落了，做通落，我钱也无，花也无，好，所以我希望讲啊，这点呢，咱好好啊来检讨一下哈。啊，过来呢，啊，我要来甲咱教育处讲哈。29号，国中小的，哎，那个国中小校长那个林贤啊，哈、哦，我希望您好好啊处理，嘛唔通阁发生前面吼、哦、这风风雨雨哈、哦，尤其我感觉讲内底委员啦哈、哦，我可能要做一个建议哈、哦，对，咱有机关哈、哦，咱市长、副市长加咱处长嘛哈，过、哦、来就是咱的学者哈。哦过来就是家长也是校长的代表好延长一分钟但我看到就是说有教师会的代表还有教师工会所以我觉得说这两个是重叠嘛是不是这两个要走一、哦、你有教师会就不能有教师工会两个去走一个出来代表就好了、哦、过来就是说我们的校长现在是都是家里家中的校长嘛、哦、我也感觉说是不是可以去找一个司徒奖有得过司徒奖的来做我们的委员是不是这名正言顺对不他到底要得司徒奖他来做委员这是真正好的尤其你这份啦、哦、那什么绩效的那个反评、哦、这真正人在说脱裤子放屁所有的下都吃好二三十点大家都很好的但是就有我们的校长的落选、哦、所以我觉得说、哦、教育不是这样子这样不好、哦、我希望说落实啦好谢谢陈信之议员的发言那么继续请张秀华议员发言谢谢议长那以下呢我20分钟呢、哦、就借用议长的10分钟、哦、好的市长一级主管一位同仁媒体记者大家早安大家好那我想呢先来提这个议题哦我想接下来我要谈论四个议题都是最近这个期间呢人民请托的案件哦还有人民申诉的那我觉得呢可能你们会干嘛说这是小事情但是市长这是我们市民的小确幸哈。刚刚陈议员有提到的这个消防局的这个火灾，嘉义市最近6月10号跟礼拜天，这两者这个火灾的案件哈。我想
由我跟消防局要到的这个数据哈，我想要伫只甲局长你做探讨一下哈。咱想数字会讲话啦哈。消防栓的设计哈，因为嘉义市呢，这几年呢，会使讲营造业会兴起，咱起真侪新厝。那新兴的社区呢，哈，崛起很多啊，但是呢，互你户外的数字内底，咱每一年计这个消防栓的数字呢，拢差不多五支、六支、七支、十支内底。这是恁外的数字，106年以前哈，中华区内底即卖讲哈，就这一些，你们每年编的预算拢超十支来。但是，依我伫网络的这个资料，咱的全国的密集度、人口的密集度啊，嘉义是第二的，咱仅次于呢哈台北市，咱是第二的，第三是新竹，第四是嘉南啊。那台北市呢哈，伊的每1万的人口呢，有74支的消防栓。我们嘉义市呢，哈，每1万人口呢，哈，63支的消防栓，哦，这是恁户外资料，以及我伫网络查咱的全国的密集度。那由这个数据呢，哈，咱会当看出讲嘉义市的消防栓呢，普遍还不足啊。那这个不足的部分呢，我想伫这个新兴的社区内底，阮拄啊讲到，阮陈议员讲到的，就是。新厝里内底，也是北湖里内底，因为咱的北面道路开辟了后呢，起真侪新厝。但是新厝了后呢，吼，我们疏忽于这个部分，没有去做整个消防栓的一个通盘检讨。盖这两盖火灾呢，吼，烧起来，新厝街这个厝边共烧着3号，北小尾这个是246巷13号1号尔。所以我希望讲，由于这两盖的这个火灾，我希望处长。局长、苏局长，你要真的审慎去评估市长，这个要你给预算。你如果不给预算的话，事情没有办法去执行哈。咱讲新厝街这件就好，我想要请问苏局长，恁每一届火灾的现场，恁的水带你有正常是有堆几条？你们的水带在拉，你们正常都拢是有几条水带？一条水带20米嘛，哈、哦，来，请你依你的消防局长的经验。到底一个火灾现场最大扭起的几条是算正常的范围内，您会当接受的？好，请苏局长来回答。好，谢谢议长以及谢谢张议员的指教哈。那在这个正常哈，我们涉水的消防栓跟涉水的距离哈，要跟火场要适当的距离，所以。几条就好了，你给我讲几条水带、哦，你的水带几条几条密码的线，正常延伸2到3条都 OK， 3条左右嘛哈。好，咱今麦来探讨这个新厝街这件哈。新厝街来，那个英公司给我这个画面哈，这个红点的地方就是火灾的现场，市长，好，你我看一下哈，然后我打2个圆圈。这个橘色的地方呢，吼，咱是对中号路甲新厝街扭入去，扭几条水带，你知无，局长？8条啊。另外一条呢，是对新厝街甲新隆街口扭去，扭几条？扭6条。所以在这一次呢，吼，整个提案里面，我有摕到画面切过来，吼，我有建议讲，请咱市府针对。这个消防栓的部分做一个通盘检讨。我们看到刚刚我给你看到的那个画面再切过来哈、哦，这个整个街沟里面啊，这个区块内底消防栓几乎是无的啊，拢是伫外围啊。当你伫外围要搁救起来的时阵啊，第一时间救灾救命就是甲时间你赛跑嘛。所以这个时间哈、哦，你拉水带拉8条水带。6条水带，当然你就应用到救灾的时间。所以当火灾发生隔天，因为新厝街迄个是我的朋友，我去了后，伊本人是无干呐，因为伊无住伫遐，遐是工厂。厝边的人就出来甲我讲，包括其中一个咱的义消朋友，伊讲咱们伊冇参与那个义消救灾的整个工作，但是昨天真的是讲实在伊也歹运啦。第一，进前2天多入去铺单啊加土咯。AC 多破料，安刷还没歪歪，所以新厝街一条是咱的危险巷道，但咱有歪一条安刷，但是伊 AC 破二安刷还没歪，所以路边有人一排停车，尤其多假日，外口的人回来，唔知影车就停入去啊。第二，
就是一出的门口有一支消防栓，因为离火灾现场太近，所以那支消防栓没当用，都要对油中路去游倒进来，所以当日游八条的水线。咱拢总有两个分队支援，一个就是对我讲的新厝街、油中街，另外一个就是对新农街跟新达路口，造成这一次的救灾的遗憾，就是有四间厝全毁。所以不是说我们救灾不力，是咱的硬体设备不够。针对这个部分，我今天在这边提出来，那个局长 是不是在今年的预算编列里面，咱加编一挂消防栓，针对新兴的社区里面需要检讨的。我拄仔甲你讲人口密集度的问题，台北市一万人73支，咱嘉义市一万人63支，这个部分咱都有迄个条件，然后爱甲这消防栓呢再增设。真的，我这个建议你可不可以接受？当然，我要谢谢张议员这个建议真好啦哈。不过这个有两个层次可以报告，第一个是技术的层次的工，考到类似那个消防栓哈。第一点，我跟陈立远报告说18厘米耶，那么这个是一定要配合自来水的。如果那个巷道已经低于那个以下，阿里塞都不好啊。为什么？那个水压太小，所以我们一定要配合。水压小是最高的保温嘛，所以咱整个装设消防栓的时候，你都爱去想到说它的水压会够不够嘛？对，这是技术的问题哦，这不是设备的问题哦。对，是不是安尼？消防栓哈，本身是75厘米，但是你爱有100厘米，才当供给75厘米，所以那个你说水管吗？对，所以这个水管是自来水公司，当我们要设置消防栓的时候，就要去考虑到水管的问题嘛。对，那个是技术性的。所以设计的时阵，恁伫这个部门就恁专业都爱设计好搞啊，不是安尼吗？我们施工完全都是自来水公司的那个部分，不是我们施工，我们是钱给他们施工哈。起民是咱的，我刚刚讲的，你们认为是小事情。但是其实咱市民啊，您感觉这是您的小确幸啊，我们是一点点小恩啊，咱的市民就会感觉讲足感动、足感恩的啊。是，要做一个让人民感动的政府啊，不是拢是一挂消极的作为，这样不可行啊。不，张议员，我们没有消极啊，企业的。所以你刚刚讲的嘛，那时候出罪也保温嘛，那你要去设计消防栓的时候，是不是要考虑到这一点呢、啊？所以这个根本就不是问题，这是技术的问题。对，好，这个部分我要跟探讨到这边。我希望今年的预算里面要看到以消防栓作为整个消防栓的一个通盘检讨的一个预算的编列。好，你请坐。好，那接着下来呢，我想来跟公务处哈、来探讨一下。最近的主要咯，大家有看到哈，为一挂这个咱的交通锥啊，我照片那个音控哈，照片等一下哈，我来弄一下。好，这个可能各位在我的 FB 也有看到哈，这个是。我每天在那边出入，那有很多民众呢，下午都会出来运动。都形容有一天发现讲，咱每一个路口都是有放着这个交通锥，然后后来发现本来是拢一空一空，发现伊用水泥呢，哈，都给伊铺起来，然后有个斜坡，那可能呢，后来大家就想到看到的就是，这个是施工前，然后。这个是施工后哈、李处长，当你看到这个，你的感想是什么？来，音控，请切回来。公务处李处长回答。当你看到这样子的一个施工，你认为在你的来时间继续，麦克风，秀华议员麦克风。是。对这样子的工程品质，你可以接受吗？我想工程品质应该是分两部分来看。那城市美学呢？在颜色的这个配比上应该是不是太好，因为这个工程你可以接受吗？我可以接受吗？勉强可以接受，勉强可以接受，勉强度到因为找不到那个地砖的颜色，其实已经没有办法找到一样的，因为它我感觉你可以在这个红色的上面去做一个创意也不错啊。
对，这个就是我们可以再努力的哈，因为当时也去讨论到说，原来的地砖有没有办法去找到符合的，然后来做搭配。以你的水准，你可以勉强接受了哈，你可以勉强接受。好，那我让你看这个画面，来，画面再切过来。这个是今年初我去澳洲的时候拍的人家的人行道，这是人的施工，做整个围篱安全维护也整个设施，这是人的人行道。处长，好，我只是让你比较，是我们在努力，好，还要更好，是我们在，我知道你有很多 idea， 因为你是在台北做处长呢，你很前卫，前瞻性也够，但是要让人民感受啊，是的，是的。好，那再来，我想再让你看一个，这个，就刚刚我们看到在施工的那个斜坡道、身心障碍步道的斜坡的上面，一个居家服务员，哎，多时塞一个一照顾的阿嬷，看到咱的时间，甲伊讲，这个所在是不是先煞做一个？结果咱的时间的人员来讲，那个不是我们的业务，那你说这是谁的业务？局长、处长，包议员，这是我们公务处的业务哈，但是我们发包给厂商可能没有包括这部分的哈，那我们会另外。你讲错了，不是你们的业务。市长，请你听一下，自民国1906年2月7日道路坑洞人行道的这个破损，哈、哦，过来堵路边啊，一个立岩石护栏等，这些物件已经拢转登一直公诉啊，所以唔是你转给谁？转登一直公诉，区区公所，连你都不知道，你看，怪不得人民都不知道。这个、现在区区公所的承办人员怎么说？你知道吗？我们公诉刚才是1999。请您叫一个什么代志？以上我讲的要补道路啦、人行道啦、错过啦，种种足侪问题，他们想到，因为恁的土木科就是甲伊讲，啊，这起码不伫阮家，现在已经在公所了，所以公所每天就接这些电话，接不完呐。到底人民要怎么办？你说，这你哪能去分工啊？八院，因为同样的哦，公务处这边的，你刚刚说那个是你们的业务，不是啊？我亲自打电话，他们说不是啊，这已经给公所啦、啊。我们移交给公所的部分叫做小型零星的修缮的工程。啊、这个大型还是小型？这个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报过来。所以嘛，市长你看，但是如果以工都不接，如果以人行道的修缮啊，这些的确是我们。比较好，市长你请坐，我只是把问题点出来，这是民众的陈情案件，市长。因为咱有真侪业务，公所本来，李处长你请坐，谢谢。公所咱本来都有真侪业务爱做。因为我因为这个案件了，我忙因手上的业务，中低收入啦、老人福利啦、健保种种拢总有14个业务爱做。但是当咱公务处甲真侪业务回转登去伫公所的时阵呢，吼，他们发觉压力太大，因为安怎，因干那一个科员代替这个工作呢，有一个记者承办，那因为这个记者没有了，所以就由科员代理。所以他们是希望说，你们以前呢吼，因有一个这个技师呢吼，调去你们的新工科，是你这个人会当归建回来家，和伊专门去负责这个业务，因为恁业务转等因工忙紧，只要人老搞，伊嘛是有杂责。但是我希望说，之前调到新工科这个人员能够调回公所，这是我的一个建议。人事权在市长你手上，麻烦取掉林等你做内部的一个工作的分配，让给公所的业务呢能够顺利执行啊。啊，那不啊，造成民怨啊。这个部分呢，哈、哦，取掉你就不用回答了。我在这边呢，只是跟你做个建议，希望你们回去呢能够做整个通盘检讨。好，那接着下来呢，我下一个议题要提到的是我们的政府目前。处于什么状态？来，那个音控秘书长，请你注意看。啊、哦，秘书长，我可能是你的业务哦。啊、哦，这边政府设置的
个监视器在哪里你知道吗？秘书长没有错，就是你现在代理的建设处的文化公园啊。这个监视系统是政府设置的，处于无政府状态。我刚刚给你们看的，这就是这个画面，这是公告说存在监视系统吗？你们可以想象得到吗？这个是不是处于无政府状态啊？好，画面切回来，秘书长请你回复一下，文化公园的监视器这样子已经坏了两个月以上了。这个所在是表演团队很多在这表演的所在，当表演的队伍去表演，他们的皮包集中在一起，表演的外面换衣服发现皮包没去了，然后就报案。报案呢，警察局来处理，发现说厕所里面就皮包就丢在厕所，当然贵重物品都没了。好，要从监视一高警察，你知道吗？一高警察啦，这是监视系统。好、哦，因为他破了嘉义市很多的大案，都是因为监视系统。但是这个公园，伊都爱有杂稳重啦。这个监视系统等于失设啊，两个月前就甲恁通报派去啊，噶今嘛还是这样子。来，秘书长，好，请秘书长。你身为嘉义市的三长之一，代理建设处长。你容许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文化公园继续存在吗？好，谢谢主席啊，谢谢张议员啊，感谢你刚记得这啊，我来了解情况哦，我是不容许这个监视系统无去，我无即刻去改修。两个月以上了，多久可以完成修好它？我来改了解。三天内好不好？有困难不？如果那是系统派去，应该是足紧嘛，是吧？啊，但是我看迄个主机啊，阮采工花一定的时间，我紧改做好，好不？谢谢你的答复，希望几天内能够看到，让我们的市民感受到，讲我们是一个有效力的嘉义市政府哈。好，秘书长你请坐哈。那接着下来呢，我想要来跟交通处的处长，这是我们的战前。我想请问处长哈，我们的战前工程多少天？好，我们的战前哈，请教官处郑处长回答。来，处长。谢谢议长，谢谢张议员。工程天总共多少天？180天。那现在施工到什么程度？进度？现在目前的进度算是符合进度啊，然后工程状况大概在做这些多久会完工？一定完工还是预计是在九月之前完工？九月？九月中还是九月底？九月初之前。九月初嘛，哈，好。那我想呢，因为政府的工程施工造成民众的不便。丁贵刚伫只因为讨论到车头的代志，你有讲到讲一天出入几个人，请你报告一下。这边铁路局的资料是21000多。每一天20000人伫只出入，你伫只你做施工的当中，你有没有做一个便民的一个宣导的措施？请回答。议员报告哈，我们在那个进出口的地方哈，都有相关的一些的导引的方向哈，因为这个部分的一个说明跟你这个你讲的是行人，是不是？那车辆呢？那车辆的部分哈，目前的话就是在这个东侧广场这一边哈，那这边提供给那个市民朋友上下车。还有在这个，你说东侧广场车子怎么能进去？你头前都弄砸掉了，没当你呀？它就是在这个路边嘛，对，路边的上下车，对。路边上下车是。那允许在那边任意停车吗？随便停车就是临停。这边大概就是临停的方向了，临停的方式了。临停可以停多久？是。临停的部分，一般的话就是3分钟的时间这样子了。好，议长再给我2分钟哦。好的，好，那个。我是认为这样子哈、哦，民众是无辜的啊，市民因为你政府的这个时间，一天20000人的出入，你政府在这做工程，民众可以接受，施工期间交通黑暗期，但是你政府应该去做好配套措施，譬如说你要去做宣导，咱的电视照在顶，因为咱的工程的时间，是不是咱要接送咱的囡仔是大人？咱就引导对后站去，还是你头前站前，你变那改为临停区，好、哦，你做先导，我们只能够在这边让你临停5分钟、几分钟，
大概要接小孩的人，你就用电话联络，你车辆火车到站了，你车子再进来。这问题你有去做无？无，造成民众要载囡仔会不方便，是不是安尼？我今天这样子的建议，你可以接受吗？还有一两个月的时间，等起咱就用招牌钉，还是用告示牌来做宣导，还是用任何可以宣导的方式来做宣导，让民众知道说。咱的政府在这里施工，我若要去来载囡仔，我要去来载四大人，我必须要在这里来当停五分钟，所以我要用电话联络，车辆到站了，我才会当入去。对，跟议员说明，这个我们在施工初期是有做，不过我想说，谢谢议员的一个指导，我想说我们应该再继续做加强，这个部分希望你能够强化它。是，谢谢，谢谢议员。那个警察局长，因为整个交通的规划不周，造成我们警察在执勤的时候啊，我们的态度会让民众感受不好。这个天36度、34度，你叫咱一个环境底下徛两点钟，任何较好的脾气的人拢会变歹。但是态度决定一切啦，你知无，局长？所以拜托局长，根据咱的远景的勤前教育做一个。在加车辆，因为咱的规划不周，造成人民的困扰的时候，咱的远景在执勤。好，谢谢张秀华议员的发言。那么，继续我们请蔡永泉议员发言。局长啊，市长大家好。啊，市长哦，即马咱嘉义市啊，针对两大的面向。请你来关心一下，第一个就是你医生你想了解清惠路通惠路啦，通惠路里面包括两大项，第一大项就是雨水下水道，第二个就是家庭废水因为这个雨水下水道经过你的那个去年清淤泥9000公吨，我们嘉义区最近甲去年落大雨啊，无淹水的现象，这就是讲咱对症下药，找对问题，也能够提出这个解决问题的这个方法来。但是这个家庭废水接管率70年来竟然无做，我咱嘉义市啊形成一个龌龊的一个城市。啊，龌龊哦，咱就看到。这咱市民住户头前迄个家庭废水排水沟，迄、那个清洁孔顶管足侪拢有盖迄个塑胶管、塑胶片啊，迄就是讲迄个味啊，真正真臭，迄臭不可闻。哎，下起来佫烧的，因为吼伊下起来了，掺顶管的空气稀释了，你嚼过来就袂便宜的臭。但是我相信。对咱的健康啊，伤害真大，对咱的空气的品质嘛，影响足大。即摆市长，你既然开始你做这个家庭废水的接管，我也请教咱这个干部处长吼，那即摆进行到偌济啊？好，请李处长回答。谢谢主席，谢谢议员哦。那目前呢，我们的污水处理厂已经。在即将在动工，在现场其实已经在动了哈。那预定明年的8月可以来完成。那配合处理厂的完工呢，我们的管线的这个主干管也已经施工，目前进度超过20%，所以预定明年的大概20%是嘉义市的几号？只有管线的部分，因为接下来用户接管的标案在西区一共有9标。那就这个详细哈，你再提供给我们。同事参考一下，是，好，请你请坐，是，谢谢。那相信咱来搞咱的血管，该畅通，咱身体会健康，较无毛病。啊，希望市长你伫这个家庭废水的这个排，这个接管，会当足重视，因为70年来无做，这是一个真落后的城市。这要讲出来吼，是我真见笑。啊，你既然要做。我相信讲你应该是爱足重视，嘛认真甲做好，较紧来才甲完成。我恁嘉义市啊，这个卫生问题啦、空气的品质啦，会当讲大大的改善。第二个啊，
一些就是哦，咱的市容的整顿、市容的美化、市容啊，你要去美容啊。有一个国家的小的女生啊，经常会去美容，本来美容前无偌水，美容后变成水，对不对？嘉义区需要美容，嘉义区的市容需要美容啊。美容，你要美容啊！本席伫这个定期大会啊，用40分钟啊，啊，直接咧讲，直接咧甲咱市府啊建议。第一个，你要来美容，因为道路的设计错误，道路的设计错误，就是竟然伫市内的道路设计竟然有路肩的设计，不但这个路肩的设计啊，应用咱家己市的市容。台灯的电条黑白彩，变电箱黑白灯，因让民众啊群起效法去做，把咱市容啊、交通啊、市容啊变成一个真乱的所在。啊，咱较早请你听人讲哦，美丽诸楼，魅力嘉义啊，我相信讲哦，这睁眼说瞎话。你也看到咱古社区的这个市容。不知道你敢讲美丽这两字敢讲得出来吗？水这两字敢讲得出来吗？所以这个街道会安尼完全是道路设计的错误。道路设计的错误，你道路内底，你若把每种使用路的人的路宽，拢考虑进去啊，拢考虑进去。我相信讲哦。咱的道路设计一定无同款。后来，咱的市容要改善，上便宜、上有效果的多重效果，就是种树啊，就是种树啊。你种树啊，会当把咱的空气净化，咱空气品质会当降低咱的这个热天那个温度。你看这几日热成那个样子，热干呢？这些真正吼，咱应该伫遐甲咱家己饲啊，免啊种，树啊种了就水。咱道路设计啊，一定爱吼，卖过延时较早咱请遐道路设计这人，这人啊，伊都是等到揪出来，就照安来设计，千篇一律，无变化。伊是专家嘞。今年的设计这个道路，应该无去参考外国，的这道路设计吗？他设计的是同款，专家一些道路设计，你看起来都是用同款，都是不适用，都不适用。第一个就是道路，咱的车道的跨度太宽，咱有375公分的，然后420、450的，一大堆啦。我希望讲哦，咱会当重新修改、选定几条道路，把这个车道缩减为3米。你车道若伤宽，像大雅路、像民权东路、像林山东路，等等，这车道拢伤宽，车就塞紧。车就开足紧，车若开紧，十处错九处快。对 OPEC 啊，这礼拜日啊，咱自由时报有看到一篇啊，用交通宁静区的，啊，伊内底咧讲到，你车速呐，1点钟30公里，铁关甲车速1点钟50公里啊。人员死亡率啊，对10%提高到80%，加20公里呢，人员撞死的，就是加提高到80%，八倍。像咱5点外，伫林森东路嘉大校区啊，有一间校车屡劝不听的，民众一直咧反映。叫校车袂使驶去伤紧，
嘛是横冲直撞。咱的市民，咱的台湾人，不少人就是以大欺小，叫小汉爱让大汉的，所以啊，那个市民就不停搞一个头壳破的。啊，这种情形为什么代志发生，你才要重视？咱嘛是打电话入去后，反应足济电的，伊就尾后无紧。啊，这啥会安尼？其中一个因素，车道过宽。我为所欲为，我车速加快，你若车道啊，跨道限速在三米，像咱北江路安尼。北江路交通繁忙，车道三米都会当走啊，谁若其他所在袂当走？咱都要把车道缩减，剩余的空间做分割道、建桥啊、做人行道、做脚踏车道，把脚踏车道、人行道改做个疏疏，伊啊建桥啊，阮人都爱行，阮卡车都爱骑啊，啊唔再降低能源的浪费，啊唔再把咱的空气品质更加好，这个整容问题啊，马市长啊。咱这整容问题，嘉义的市啊，整容问题足重要。我希望市长啊，你这方面对道路设计加下手，对大雅路、林宽路，好，延长一分钟。林森东路、丁丁几条路，你大家做水，市民会讲：哎呦，道路哪安尼做，有另外一番的、另外一番的这个风景。哎，这个、道路哪安设计？哎，真好哦。你下摆若搁伫别个所在咧做，迄、那个抗，迄、那个反抗力量就会减低啦，是吧？你把遮做水起来，嘉义市的市容就慢慢啊会改观啦。别个话一讲讲哦，明明都乱成一团，要你魅力诸罗，魅力嘉义，啊，讲这个话吼、哦，真正哦，我感觉讲无话可说，你目睭审美到安尼尔吗？啊，这种程度吗？所以在这个污水下水道接管送上，我希望咱干部处一定要重视紧紧来做，改善咱的排水，这足重要。这就是通会通血管，整容。好，谢谢蔡永全议员的发言。各位同仁，我们现在大会休息十分钟。
这样我差不多了哈，太文戏哈，哎。各位同仁，现在继续咱上午的议程，继续咱邀请蔡文学议员发言。啊，大会主席，啊，咱市长、市委团队，啊，以及咱议员同仁、记者小姐先生，大家早。伫这，我请教咱社会处长啦，吼，这个一例一休，吼，安尼伫这大家安尼纷纷扰扰，这尼啊久。是不是你能简单跟我们讲一下一例一休这制定的目的和优点是什么？对，请出庭。张处长。好，谢谢主席副议长，谢谢蔡议员哦。那当然这中央订定这个修法的一个目的，主要就是能够让我们的劳工朋友，能够有正常的休息，那保障他的一个身体健康，当然能够提升整个维持整个一个工作的一个品质。啊，那是安尼算真好啊，但是咱安尼最近听到是那业者劳工拢有真济这个反对反弹的声音啦吼，这到底是安那？这简单讲起来吼，因为有的劳工伊希望讲，咱普遍做侪迄个中小企业嘛吼，咱这劳工平均迄个薪水无讲介悬，但希望透过这个加班的时间啦吼，会当增加伊家庭的迄个收入，会当提升伊的生活迄个品质啊吼，还有经济来源。啊，对雇主来讲啦吼，伊等于讲会当透过这个加班的时间啦，伊佫增加伊的出货量，还是讲伊的生产的迄个量。啊，那安尼的时阵，伊即马大家反对的是安怎？那因为吼、法定的修法了，伊是迄个白工七工，还有一工休假一工例假，所以七工内底一定要两工的迄个休假。啊，所以变作讲，然后又他把加班费的一个时数啊，那个经费的核算啊，又把它拉高。所以就是讲加班费的计算，嘿，对啊，有较讲符合大家的这个期待。像讲记者咧讲啊，两点钟以上都要算四点钟，四点钟以上都要算八点钟，八点钟以上都要算十二点钟。所以若像这安尼，你感觉讲好？那安尼纷纷扰扰了，伊做一个主管单位，甲业者、甲劳工接触遮尼啊济啦。你感觉有啥物需要改善的空间无？这部分吼，其实咱我那有向中央陆续咧反映啦，因为中央我上关心，其实咱家也是市场上关心啦。这个议题还未开始实施，伊就咧安指示吼。然后透过会议，其实阮拢一直我那用宣导、辅导加。不以才华为目的啦，所以恁即马就是讲，无我即马就制度面来讲，你感觉有啥物需要建议的无？这部分阮希望是讲，把那加班费的部分啦，我们希望能够统一一个标准，比如说一个钟头看多少，然后用实际上加班的时数去核算他的加班费。这是坐雷省卖工啊嘞，给加出来你的票子干嘛？他大干嘛嘞？就对啦。啊，那造成雇主的迄个增加费用增加，然后也造成那个意愿了哈。那个雇主要让同仁加班的意愿。但是伊呐，他施工好，伊伫这个过程，伊无愿意配合，还是讲伊对这个劳工较苛刻，那像这个经营要安怎？当然，这部分咱所谓讲宣导辅导哈，是在上半年。那下半年本来预定的期程是说开始检查。那我刚刚有强调，市长也指示，我们不以才华为目的。当然，我们会尽量有问题，我们就透过现有劳资争议的协调机制，来帮助劳雇双方能够和谐共处，把问题来做解决。那是我想安尼啦吼，恁徛做一个主管的单位，接触的业者劳工遐尼啊济。我希望讲，伫即站所接收到的这个无同的意见，应该要忠实的呈上去，和行政院知影，互因会当适度的做调整。咱拢希望一个制度是哪来哪完美的，会当照顾到每一个人啦，哈。好，多谢来市长。七月初一开始，这个一例一休就开始要检查，甚至要裁罚。啊，恁市政府的立场是安那？涂市长，这个当然罚哈，这个是要全国一致。
所以这个6月29号，这个劳动部也会找这些劳工局啦，像我们这个是社会处这管劳工的人会上去开一个会，做一个比较全国一致的，因为华就是华，但华外部也是要看华里情啊，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的目的不是在铸造劳资双方的不和。对，我们其实是希望劳工比较稍微健康，不要工作那么多。但是我劳工啊，我给工给工，他要赚钱。但是那时候推动的劳工的那一些劳工社会工作者，他就说你不这样严格不行，会造成劳资双方稍微就变成误解，以为是对立，对立吧，那不好。那我们政府啊，当然还要处理。那比较不好的地方哈、不好执行的地方，我们要6月29号也会请那个我们张市长去也要做反应，该改则改。那蔡总统也是同样的想法，也许可以一些比较改一个部分，或是比较柔性的一个部分，或是比较弹性的部分，可能会有所修改，我们就照着做。但是还没有之前，我们还是以这个我们先导就是为了辅导。我们去查，就是为了改正。如果他改正，并不是为了花你的钱。我们政府不需要说为了这个去花钱，我们是为了改正。我喜欢的啦吼，一个好的制度，就是讲要照顾所有的人。是。那慢慢为着讲伊的设计较无够周全，你要引起大家反弹对立，这拢唔是咱所期待的啦。对。希望劳资继续和谐，台湾的产业继续发展啦。当然。来，而且市长，我甲你请教，再去。针对北动的代志，真侪议员当然也真关心，就讲即个片面解读契约，还是讲终止契约的代志，大家拢感觉讲啊，咱整体市政府担心会引发各种纠纷。像讲好，就你所在伫工程界，即、这个重大工程啦吼，就你所在敢有迄个片面终止契约的范例，敢有即个例？这常常嘛发生了哈，会当人机嘛，卖公像时间较短，跟咱边个故宫里面，佮把种植过啊，故宫里面种植过，当然吼，台南遐吼，我有一个叫做艺术大楼，那遐嘛把种植过了哈，是，那个东华大学哈，综合教育大楼嘛有种植过了，我来伫个即个工程的迄个过程当中去终止契约的，对。那安尼你有啥物要补充说明的？安尼啦吼，即、这个部分吼，有当下吼，各种理由，等于会终止，有个人根本个招楼嘛有了啊，个做袂起啊嘛有啊，你无终止是不要啦，你都要跟他爬远吗？咱今日即个地啦吼，我呢别动，即本来就是领导的地啦哈，咱家己的地，肯定啊。都不会用，要爬坡嘛，但现在已经开始产生价值，迄一单吼，干那你的这个收入啦吼，啊个产生的价值看偌济啊，当然爱定那个处理嘛，当然这不是，不是，这是因为因当十几单在一起单嘛，当初当然有问题，迄另外问题啊，那个是以前市长的问题啊，后来跟他说他很多的问题弊端，这是黄敏惠市长嘛，是国民党时代副主席的问题啊，怎么会说是？民进党时代的什么要沟通？我喜欢你啦，大家拢是好意啊。希望讲这个代志卖拖，会当继续好好啊。有两种做落啦，一种是吼要替厂商恭维，这当然我们可以尊重，因为总是有人会去申请嘛，也是人民服务的一部分嘛。但是我嘛是爱替人民恭维啊，我不是完全替厂商恭维啊。所以这个部分要对厂商说，而且坦白讲哈，我们是说，如果说这样长痛。不如短痛哈，其实对于这个建筑师是比较好的，因为建筑师如果拖拖拉拉哈，对他的权益其实有损害。那如果说这个我们又讲很多他的坏话出来，他到以后要标签的工程恐怕也是比较困难嘛。所以我们这里说哈，常常不容易。所以我是跟记者是半开玩笑了哈，说这个离婚。这长痛不短痛，常常在发生啊，这没有什么奇怪啊。这不是公的感觉，但是。要对于厂商讲话，把这个东西叫做“公好关键霸气关键给”，这个替厂商讲话也讲得太多了一点点啦、没有这一回事啦。我们不是为了搞厂商，事实上我们不会刁难厂商，而且希望帮他解决他的痛苦。对，我想那是要解决问题啦。那个拖细单，我买个处理，
啊，伊给咱起了什么好处嘛？无嘛。所以这个不，我们应该是以积极的解决没有错。但积极解决过程中就不能替厂商积极解决，我说替市民积极解决。那也同样的让厂商可以得到积极解套的机会，是这样子啦。我总不能说我这个人去贴冷屁股，我赶快说，我们来解决怎么样？那你条件开来，不要进，不要客气。我可能不能这样子，在法律上我。M 等几分钟。法律上我不可以这样子的哈，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法律人来说，那不然怎么办才好？那在这个情形之下，我们依照法律来走，那他也依照这法律上，不是用换话的啦，来处理啦。那我们是以人为善，因为我当然知道说，议员提醒我说，你这个不解决未来会对产生一个纠纷困境。但是如果把它讲成说这个收红包，那是以前有没有？那我怎么去追查呢？但是我们现在开始绝对不会发生这种事情，这个不是担心就是代志。所以我们应该要替市民赶快来解决这个盘问题。我想就是讲，议员希望的就是你市政府我那设想哦，周全。慢慢代志拢想吼较完整嘞，但是如果说这个代志当完完顺利解决啦，对，那伊那边去换话，当然就换话了哈。因为尤其这个建筑师以前有做过这种行为，不知道有没有换话，说我这个都已经说买好了，都决定好了啦，有收红包的意思，这绝对没有哈。而且市长这里，今嘛介绍咱邀请吴尚明议员发言。主席，咱敬爱的副议长啊，秘书长啊，涂市长啊，以及咱市府即个各一级主管啊，阮议员、记者、媒体先生，大家好。今日是咱市政的讨论啦吼，但讲即市政讨论是真好，对你市长也好，对咱全体市府的团队也是一种好的即个说。机会会沟通啦吼，卖讲教育啦吼，阮读册无读边只较悬啦吼。啊，市长，你自即届咧，我的感觉自你当选了后开始，哦，大家百姓对你的这个期待咧，像我真悬，为这水阳路咧，会当这个专用车道的废除了后开始，大家都安尼会当讲掌声。对你安尼有一个肯定就对，啊，不然再来咧，对咱市府，市府再内过了吼，我讲内过了吼，咱的团队会真无稳定中了吼，哦，遐点咪变，遐点咪变，变到啊真不稳定，哦，啊在迄段期间咧，我感觉市府的这个执政团队有较。松动就对，迄螺丝吼有较松动就对。哎，他讲，你这两年来，我感觉过去一寡整条的旧案，吼、哦，为铁路高架化，讲二十几栋，将近了二十八栋，吼、哦，污水下水道，吼、哦，来加以起铁路。一广场，啊，听讲八月，吼、哦，我会当日期来完成，吼、哦，即拢会当讲整条即个代志，吼、哦，你想想来去解决，真好。我做你第一，你来告诉说，讲这铁路高架化，因为咱小英咧，一总统，伊是有讲年底要来动土，要来开工。但是咱隔壁县的迄个查某县长，恁共党的个查某县长，煞来吐槽，讲迄什么四部计划，吼、哦、地貌变更，种种东西，迄大都等三四冬，哦，哎呀，啊你嘛是民进党的啊，伊嘛民进党，伊来吐槽讲这里无多，啊我是感觉讲吼、哦，要做啥代志啦？拢事在人为啦吼！你啊十二月底，你啊讲这个无来动土，无来开工，啊本身的看法咧，你会当先做，先来做，
因为一个世无计划的规划，地目变景的规划，内政部核准，即款来分析，三十多党的议员的资历足清楚，这时间话有拖，所以你会当先先数十二月底进行爱心来开工，那我现讲你的政见，无你怎啊十二月底也无吼，怎啊街市民吼，大家拢在看呢，哦，报纸很大片，爱讲到你街车头吼，安尼啊，我都宣誓这个工事的进行，哦，安尼用很大，哦，啊，我是希望讲铁路高架化的问题，我是来你拜托，咱嘉义市这个工事会当做开咧，是咱嘉义市脱胎换骨的需要。阮议员当然带领议员建联讲，你设立这个网站，你有设立分析。建议讲，你要成立一个专属办公室，你嘛有来做，所以这个工课呢，你我爱赶紧来动就对，吼、哦，这是我对铁路高架化的这个期待就对。啊，再来呢，就是阮议员当然非常关心的这个北洞，吼、哦，这个、北洞，当然这个北洞呢，是在陈丽珍市长，我上头有讲。去年连战配合萧万长，萧万长是咱故乡的人，伊因为回归咱地方，伊煞全款补助咱这办公大楼，这衍生出来的问题。我的感觉呢，在吴敏伟市长刀当内底，刀当内底一任期本来是八当啦吼，我哩改尾后延迟一年，刀当一再刀当。事实上，伊嘛无解决。到你怎嘛？吼、哦，你往后安尼相当的这意志，吼、哦，相当这个想法，想要解决。但是我听起来吼、哦，我是真正吼、哦，我是真复杂啦，吼、哦。啊，我会当讲用规矩，把你面对谨慎处理，吼、哦。哦，听好哦，谨慎处理，合理合情合法来进行，唔通这个代志咧做到尾啊，你都有想要做，尾啊做到一变成留一个臭名，啊你盲目啦，对不？哦，啊我就来讲，谨慎处理，合情合法合理来办好这个代志，哦，这是我。对不同这个看法，后来就是讲，过去这建物、这建设，拢是咱精雕过去留落来。啊，你在做认真，啊，为着精雕这一项一项，而且你也解决，哦，啊，解决这事实嘛，也费真大的这个精神，啊，这个、用心，啊，有可能呢，小英总统特别听你了吼、哦，我也感觉了吼，对不对？我刚刚有讲，就咱北港路以南，咱家市是一个都会型、消费型的城市，所以我感觉家市的一农地，唔知感觉较济无啦。哦，苏东时，我会去讲江义勇。立委伊做咧选市长的时阵，迄阵人张破看卫生署长，当下咧选市长的时，当伊拥有提出真大一些政见，讲嘉义市的农地足济，是毋是会当来缩小？哦，因为嘉义市是都会型的都市嘛，哦，稍微型的都市，哦，都市型、小微型、都观光型。我就是讲，家己大家咧讲，咱个工商业讲起来真无发展，因为我中正路
在中正路车头落落来遐出事的囡仔，我七十栋，我见证嘉义市大通，大通就是中山路了吼，二通对中正路，迄阵阮细人心里，大通了二通一地基是受伤。我最近去为中正路来看，哦，车头到西门街这地卖讲，为西门街到新营桥、新营北路这卖桥，迄你也看，十间厝，关草六间，租也租未出去，哦，这表示到家己的商机无，咱的家己那个轻商机，所以咱有诱因嘛。有诱因，你看其他管事长，就像，哦，我时间真少，我在讲就是讲，铁路、北港路、以南的这些农地，是不是会当设一个、设一个科学园区，零污染、高质的科学园区，再下来用一个市地、市办单位来开发。咱这里北港路、宜兰这农地，因为呢，伊本身怎样？北港路两侧，啊，延长一分钟。北港路两侧要来预期呢，来开发，我看我淡薄有困难，哦，啊，怎都开始咧提出咧经济意愿嘛，吼，啊，讲用咱市办单位咧，安尼是较紧。安尼是较紧，吼、哦！你也安尼落去，表白咱大市有需要一个小型的科学园区，咱这個目的就是伫遮，吼、哦！我包括你咧讲的黄老养老园区，哦，我刚就讲，你说到迄大基角、大基安长遐吼，我的本事是感觉无适当了吼、哦，所以我就是咧讲，在你一第一集的进来。第一年代，我是希望我有规划一个靠前瞻性，为对地方的经济、对地方的建设有所帮忙，对咱家些就业有所帮忙。多谢吴尚明议员的发言，继续咱邀请陈志文议员发言。代理主席、秘书长、涂市长以及市府的各局处长，还有我们议会的同仁、现场的媒体先生、记者小姐，大家好。接下来是我和蔡荣峰议员两个人的一个联合时间哈。那我要讲的是哈，我们一般在领薪水的时间哈，正常都是会在隔月的月初呢，就可以领得到发放的这个薪水哈。但是如果有人他是经常性哈，可能要持有一个月、两个月，甚至要高达三个月呢，才领得到薪水。请问在场的局处长，你们觉得这样合理吗？如果觉得合理，请你们举手。那没有举手，就是表示你们会大家都觉得这样是不合理的哈。那我请问我们的教育处长哈，那你觉得乡土教育重要吗？教育处余处长。哎，谢谢主席啊，谢谢陈议员。乡土教育，在本屿这个区块当然是重要的。好，处长，你觉得很重要哈、哦？哎，那我就针对这个乡土教育的这个志愿老师的这个部分呢、啊，和教育处长做一个探讨。那我们知道这个志愿老师他的薪资哈、哦，他是由教育部这边专款哈、哦、来拨给地方政府，然后由我们地方政府这边呢、啊、统一来发放。处长是不是这样子？哎，对，没有错。那为什么以我们嘉义市来说了哈，为什么很多的志愿老师他是经常性都领不到薪水？这一点请处长你说明一下。应该是领得到薪水啊，只是领薪水的那个代课的费用啊、是什么时候领到？我利用这个机会也跟陈议员来做说明哈、哦。我们本屿的教学资源人员的部分，他们领的待遇里面跟我们学校的老师。领的待遇事实上是不太一样，时间点不太一样了哈。一般老师的正常的待遇里面，大概月初就领得到这些待遇。那因为他是教职教学资源人员，他必须一个月完成完了以后，代课的终点时数统计完了以后才能领取。
所以时间上会跟正常的一般性的老师里面会比较晚一点啊，这个是合理的现象。但是刚才议员有特别提到说比较慢啊，有慢到两个月三个月，这个情形会是教育部他的经费拨入到县市政府里面的时间点，如果他比较晚拨进来的话，这个部分我们可能会把晚拨出去。但是我利用这个机会跟议员来说说明，如果有这个现象啊，我们会要求学校里面从相关的经费里面来代垫资的。如果他一个月上晚了以后，就学校的相关的人事费用先垫资过去给我们的老师，那学校等教育部的经费拨补下来以后再转正就好。这个行政程序上我们内部会来处理啊。这个关于这一点，你没有跟所有的资源老师谈过吗？因为这个问题好像已经不是一天存在，已经很久了。其实我跟陈议员来做说明，其实我刚才提到那个替代方案的部分，就是由学校的人事费用里面去垫资，从教育部的经费拨进来以后再来转正。这个我们执行已经执行一段时间，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如果说学校没有按照这样的方法来做的话也议员给我资料，我特别请这个学校里面针对这相关的作业流程里面去要求他督导，要求他改正。我们希望我们所有的老师能够在月底完了以后，上完课程完了，月底隔一个月初就能领到合理的一个薪资待遇。这个部分我来跟陈议员来做说明，这个我们可以来做，但是必须跟我讲是哪些学校里面有这样的状况，我们特别来要求学校里面处长。这个一定是有人陈情哈，我们今天才会站在这边讲。但是我会觉得说，志愿老师他也是老师哈，不可以厚此薄彼啊。当然，因为三年能够三个，我不知道你们流程是怎么样，但是至少你们要有这个第二预备金，或者是学校的人数这边，你们应该有一笔固定的钱。我跟陈对按时来发放啊。我跟陈议员来做，不要造成他们生活上的不便了哈，好不好？处长，这一点我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听到类似这样的一个状况，好不好？好。那我想关于资源，好，处长，请你坐一下哈。那关于资源老师这个部分呢，我们是不是请音控室来播放一张图片哈？这个图片可能比较小哈。其实那个最早的那个志愿老师哈，我们称为2688老师哈，因为当时考上去的人数刚好是2688个人哈。那后来我们又把它改成为志愿老师哈。那现在教育部呢，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又把它纳入增志员额里面哈。那有关于增志员额里面的这个内容哈，它有分成两个部分哈。第一个部分就是代理老师的部分哈。那代理老师的部分它是属于领月薪的哈。那资源老师的这个部分呢、它一堂课是320块哈。但是本席有一个比较大的疑问哈，那为什么你们那个学校哈都不要用这个320元的这一笔经费哈来申请招考？都是要用这种260元的这个代课老师的这一笔经费来招考，请处长说明一下好不好？余处长，好，谢谢主席，谢谢陈议员哈。教学资源人员的部分里面，它是用学校的增志员额，等于说部里面教育部里面编制下来的增志员额的经费里面去。那一个学校里面，通常类似本语的这个不管是本语或相关代教学资源人员。他的课程里面就是刚好一个老师的薪水，他的学额出去的课程里面就是可能有很多老师的课程，因为他是代课终点费，他必须用代课终点费来支应这个老师的薪水。所以有可能是一种现象，就是正常的教学，正常的教学资源里面是领时薪是320，但是因为他这样的一个增志员额里面在分配到各个学校各领域的课程里面，他有可能是260元，所以这个必须是学校的简章，等于说我要增教学资源人员里面，我给这个人员的待遇是260或是320块，这个必须是学校的招生简章，等于老师招进来的简章，它里面一定会载进。因为如果他载进来的是320，但是他薪水付不到那么多的。好，那个处长，我听说还有你说要招考对不对？我听说还有学校是公告一天，然后第二天公告就下来了。就是好像说他们早就有内定的人了，你们教育部这边不是有一定的比例吗？对，那个对啊，他一定有一定的比例，但是我听到的几乎都是用260块的，这个对啊，这个对他们来讲不是这个我跟陈远来做说明，等于讲我给他就被求老师礼拜，也代课终点会是多少？260块。如果我的钱这是学校决定的吗？对，如果简章上是260块的简章上面是核定就讲260块。那进来上课的代课终点费就是260元，当然
那你们，那我请问一下哦，处长，那你们那个教育处这边呢？难道学校没有来申请320元的资源老师这笔经费吗？320，我必须讲说，这笔经费是利用增至原额的经费，等于增至原额经费。如果一个老师是三万块的薪资原额，他必须 share 掉20堂课，那20堂课里面的大概的费用是大概多少去抓那个东西？如果我给了320块或是360块，我就超过了增至原额的薪水待遇及的户籍处理，所以他必须在增至原额的待遇以下来适应的。好，处长，我跟你讲哦，我希望你可以提供有关于就是有申请320块支援老师学校他们的名称哦。好，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哈，那我就这个部分我要讲哦。那继续我要再问一下哈，就是说乡土教育它是从民国91年开始规定哈，它就是成为一个国小必修的一个课程嘛哈。那支援老师他也是必须经过教育部通过他们的一个考试哈，才能够取得这个乡土教学的一个认证哈。可是为什么学校很多的老师他们都是非正式的哈？我听说有很多都是他只放那种 CD 或者是那种电子书来播放教学。处长，针对这点你知道吗？我希望陈议员给我相关资料。我们不允许有这样的师资留在学校。如果陈议员有这样的状况，让教育处来知道，我们会来要求学校来改正。因为本语的教学资料，因为还有人给我提供那个就是 CD 电子书给我看。CD 电子书是教学辅助的工具。没有，他们都我听一个家长的小孩说，他们就是只播放带子。对，就是安尼听听而已啦。我被家己完说明，就讲如果有这个状况，提供给教育处，我们一定会要求学校来督导改正。但是因为电子书的工具，它是教学的辅助工具。如果老师上课都不用教学，只用播放这个东西是不可以的。这个我们会。好，我们再来播一个那个，请音控室播一个哈。请一下处长是怎么念？落天。那国语要怎么说？下雨天。对啊，但是既然有的老师他因为是非正式的老师，所以他是怎么讲？他教小朋友叫做落雨天，所以这个一定会影响小孩的一个教学品质啦。对不对？所以针对这点，我们希望哈、哦，这个市政府这要严格把关啊。那因为我们目前教育处这边哈、哦，好像是教育部这边有从今年8月份，他有规定，所有的乡土老师哈、哦，都必须持有中高级的这个证照才能够教学。处长有这回事吗？这个我要细节部我要再做了解。好，我希望了哈、哦，处长在开学前哈、哦，由教育处这边呢、哦。时间继续，谢谢。希望处长在开学前哈、哦，由教育处这边哈、哦、可以发函给各学校、哦。那请学校呢，在开学后的一个月呢，将教台语的这一门科目的老师哈、哦，不论他是编级内的或者是编级外的一个老师哈、哦，都需要填报该科教学的一个任用资格呢，回报给我们教育处。处长针对这一点，可以吗？好，那最后的话，我希望将填报所有的资料呢，可以给我们所有的议员哦，我们来做监督一下，好不好？好，处长，谢谢。好，谢谢。请蔡英文议员发言。谢谢大家，处理我延续这个资源工作啦，哈，教师资源工作。我讲哦，咱这个教育部有规定哈。咱这资源，咱有啊、哦，教育部啊、哦、有一定的比例，予咱管市政府学校聘请兼任教师，或者聘请具有特定科目能力专调人员，以部分的时间担任教学支援工作，这是资源教师嘛，哈、哦。这也是讲啊，这经费是拢为教育部全额补助嘛，对啊、哦。这是国民教育法第十一条，很明确，这老师嘛要经过审查，资格审查标准认证作业，一天数聘任的天数，教学时间，对无？啊，佮伊待遇，伊的待遇有诶无诶？一定要有迄个程序，才当来就靠这啊资源教师，咱咧讲个资源教师。既然，但是咱学校。刚才所说的，咱学校以目前
咱嘉义市，咱嘉义市学校有每一间学校咧招考，拢是以资源教师，也是以代课老师咧招考。怎讲呢？你若以资源教师，是伊的总电费是320块，啊，伊这个代课老师是260块。啊，代课老师，这个资源教师的经费是拢教育部专款补助的哦，哦，啊，这个代课老师的经费为对来，你简单讲一下。余处长，好，谢谢，谢谢蔡议员呐、啊。那个相关的教学资源人员的部分里面呢、啊，啊，应该是都部里面正式员额来的经费来了。对啊，啊，即马、啊、你即马我再讲你，咱即马咱学校，咱家己学校拢。大部分拢靠代课老师嘛，哎是。代课老师的总电费也难嘛，对不？对。哎，啊，资源老师是伊的规定是320嘛？伊的上限啦，嘿。哎，伊的上限320。320块。伊，卖讲伊的上限，这是补助来的。我即卖要来讲，这两条经费，这两条经费是安那？你啊，资源老师是补助嘛，对不？哎对。啊，代课老师咧？代课哈。代课终点会也要看他经费的来源是怎么样，因为有些代课终点会啊，我噶，那我今麦要来讲，这条代课的经费是由对来啦。没有，因为我们的老师的所有的费用里面有教育部来的经费，有政治原则的经费等等的来源管道不太一样啦。但是代课，我今麦要来讲是，你拢听无啦？我感觉你有对这的北下面的权力啊。如果你也为中央，你为政府教育部申请的是320块，哦，以教育部的补助320块，你一定请啊上线的啦，无迄个你不要请伊啊那个啦，你都无咧广告啊，教安尼怎么叫你教育处长啊？对不？啊，落来你即马来甲咱嘉义市借钱补助落来，结果你用代课老师去啊，聘请代课老师，招考代课老师，你用伊啊那个人？你中中敢剥削60块呢？我要讲是这个问题呢。啊，何况你来看，咱即马拢招考代课老师呢。啊，代课老师即马差价差60块底下过来，你啊代课老，双方不要你问讲代课老师的经费，甲资源老师的经费为对来，这个问题尔嘛。啊，这足明显的嘛。你都为中央请320块来做这资源老师的招考啊？啥物学校要人剥削60块，用代课老师去人招考，足明显的嘛。啊，过来你啥？因为你只代课老师啥？伊即马用代课老师300，剩200咯，260块过来就是伊的薪水，就像你头拄仔所讲的嘛，你头拄有解释过嘛？你啊教育部薪，伊的经费补助落来，你靠在发这薪水嘛？有时啊一拖拖2个月、3个月啊。这足正常现象，这咪个案，这可能拢通案，家己拢安尼。所以我是要讲，咱家己政府，市长，你请坐。是。市长，我讲啊，对这代课老师还是资源老师，安尼有公平无？既然咱都要用，咱去用申请资源老师，下个金额补助金额啊，结果咱用代课老师去用招考。安尼差这60块，啊，这六十块你也提伊过去，啊，过来过2-3个月，薪水较硬发，是啊，咱持有袂当先，咱持有啥袂当先人垫互人，啊，等后经营起来较转正起来呢。哦，市长，我讲啊，你了解意思无？啊，那你起来简单讲者。涂市长，他有工作就要拿到他的报酬，这种代志吼，唔通硬拖。那个个一当年一时吼，我当然像一般的正式的老师吼，讲月个先开业啦，伊迄个走未去，但伊最后爱做量啊，做了该适合人，一点吼，如果学校有问题，你要去追究。但是咱教处这是咧等中央补助款入来，入来咱就拨出去，迄咱未去啊，迄不要紧，迄吼。但是这个当中啊，因1个月、2个月，你知影讲这代课也是资源老师，伊个家庭。就未使用迄理由吼，讲我要不招就招，这阮地方一定会来处理。我想，阮是新的人事员吼，
我搞不清楚，我无啊，无人有规定啊，伊无叫你做你要做嘛都。市长，你爱了解这个问题。我知嘿。因为这钱袂无用，对，伊阮市府，对，伊阮地方先，如果中央无来，咱就爱先支援落去。是是是。哦，这第一点。对。啊，我希望你做干呢。对。再来第二点就是讲，头拄我所讲的。咱申请是320块的资源，你是不是？安尼我来对查看看卖，是不是真的？你讲请320块，啊，转小账单来数库，啊，我讲减60块啊。这个部分哦，我要查一查，因为没钱，是如果有属实用，我要查一下。哎，如果有属实啦，哈，属实是安尼啦，哈。是不是有两种不同的人？一种是这种钱，一种这种钱，那个我就没办法。但如果请到320，啊，敢扣60块，好，欸，啊，我60块，所以肯定对，这个查一查一下。因为咱中央经处的是资源教师嘛，资源工作嘛，哦，教学资源工作嘛，啊，资源教学资源工作，咱就是讲资源教师嘛，哦，资源教师吼，伊规定咱会当上限请啊320块嘛，嗯，啊，相信咱教处长，咱教局者，伊无可能去啊请伊啊人嘛。我看是惊不同的来源，有不同的申请方法。对啊，我问你讲，代课老师的代课老师的经费，是不是咱市府主要在哈主要的经费？这个朋友查，因为这个对啊，啊，如果咱若去查起来啊，这个两处嘿，咱若如果真正遐代课老师像我所讲的安尼，人咧所反映的安尼，是哦，你如果年轻一个。如果是熟悉，我来厘清一下。哦，熟悉啊，实在是讲，咱去人请三个，啊，哦，我来了来，咱赶快用，咱卖用这个代课老师的名词，哦，咱用资源，咱实际实销嘛。可能你也得有误解啦，啊，但是我要我来查看嘛嘞，哈，哎，查看嘛，就讲共请320个。啊，咁你讲320号人，对啊，两千两百人，啊，你个200号人，对不对？安尼，咱是要纠结公正的啊，哦，咱卖去啊。那老师都真足辛苦的啊，阿妈无偌济啊，啊反正一礼拜无几节啊，对不？我这我差一十趴嘞，所以说我哦对啊，哦所以讲，咱卖防公咱政府中央这样发射，跳头嘞，哎对啊，啊对啊，啊你嘛，我相信你嘛足快看到这个东西啊。未使，这未使。我当然一寡只小细节嘞，你无一定逐项拢了解。是。哦啊，即嘛，我交陈议员甲你反映下。那你两个处理，哦，阿咱告处长，是，哦，处长，真正，一定要请坐，是，哦，我希望吼，这是共同咱家是这代课老师，其实吼，资源老师，我相信嘛，足少人听到的啦，足少人听到的啦，哦，什么做资源老师，哦，你以国民教育法第十一条你也看得足清楚的，迄个资源老师，啊，是啊，咱拢要考代课老师，咱家己去。每一间学校拢是延长两分钟，哦，咱家是每一间学校所考的哦，拢是考代课老师哦，唔是主任老师哦，哦，啊，如果人咧反映讲，你也实在是去，哦，去争取是主任老师，我唔忙，哦，处长，你希望哦，这60块，同款咱用主任老师，迄是一个名称的问题尔。哦，你会当专业，哦，专业甲，和遐无论是资源还是代课，哦，你请偌济，你若请伊啊人，人无会讲啊。如果你若请三个，我希望讲你唔通去人北下去，哦，当然对你嘛无好啦，对不？哦，啊，所以你要深入去了解，哦，这是今仔我交哦陈议员今仔对着这个咱家是所有这个。目前啦，咱拢讲代课老师啦，哦，代课老师，哦，即下大家说唔敢发声啦，真正唔敢发声啦。后阵两三个月无领着薪水，爱等啊教育部落来，哦，所以我希望讲市长、处长，唔忙后下期开始哦，后下学期开始，这个代志唔当阁出现，哦，这个应该咱市有做会到的，这嘛是你好。咱的市民或者老师较方便的尔嘛，对不？咱是要用什么方法先来还领？迄几百咱搁读落啊，这种违法应该拢无违法嘛。哦，以上，谢谢。感谢蔡英宏议员的发言。继续，咱邀请王美惠议员发言。谢谢，请一个主管陶局长，每个小姐先生议员同仁，大家好。首先我先来请教咱民政署处长，处长，
在前一段时间的时候，咱嘉义市水无够，拢会降迄个干旱嘛，是不是伊的自来水厂水荷兰的时阵，拢暗时差不多在一二点，拢会一个降压，你知影无？我看嘛，你的安尼可能无啥知哦。处长，你知不知道？陈处长。民政处吴处长。行政处处长。你是行政陈宝东陈处长。嘿，你敢知处长？来，陈宝东陈处长。就是那个王议员哦。嘿，结果唔晓得。无啥知哦。安尼啦，你坐落，我来请教咱秘书长，秘书长可能较知影。秘书长，我来请问，我头拄仔所讲的，你知影这件代志无？赖秘书长。好，主席，感谢感谢王议员，我知，因为你知嘛吼？在是安怎？就是无够水通吃，咱个暗时在二点钟呀。唔是，两种情况，一种是平常时水也足济，水库足济身，暗时开水的人较少，你压力很大。无啦无啦，我即马是讲前一站的是无水的啦，嘿，无水的。因为我是安怎来讲安尼呢？因为百姓来平常的想讲，咱个无水，要降压，伊无意见。是。暗时三更半暝议价的时。伊咧帮迄个县令加水机啊害去，伊嘛认为感觉讲，甲咱讲爱符合政府的政策嘛，因为咱即马减水，伊家己自认倒霉，讲无够叫人来修理换一台水压机啊。结果即马一个问题就是讲，咱顶礼拜咱的交通处已经伫喷水，南坛的喷水已经喷啊，拜六下暗已经喷啊。到昨下暗，因住伫青年街，因嘛反映过，到即马还阁做这个动作，是毋是依然市政府去甲伊讲一下，看爱安怎？因为既然南北成功，甲恁市政府阁咧喷水啊，甲阮的水也阁咧流完寒，安尼无理吧？是，吼、哦，必须得用这个赶紧去来处理一下。好，我会后来来。伫青年街34巷左右啊，吼、哦，到昨下暗还阁安尼。来，秘书长，请坐。消防局局长，他拄好我有足侪疑问，会甲你讲消防栓的事。不过是讲，长久以来，咱的拍火的消防栓还无够，还无够的当中，经费也无遐侪好用。我所问开，就是今嘛消防栓一支差不多要十万，十万的当中，你若想讲，咱的公部门。加给你十支二十支，会使降低百姓发生代志，会使用的时，这开的钱，够做有价值的呀。局长，是不是今年的预算，你爱提哈侪出来的？因为他拄啊，阮的议员张秀华伊也毛讲，这个是人命关天，不能开玩笑。而且我嘛唔盲讲，他拄啊所讲的所在。搁有咱啊旧区的，像北港车头、凤亭遐，遐嘛足需要的。每一个嘉义市、旧社区，恁拢爱去巡看卖啊！吼、哦，局长，伫遮我来讲一下，拜托一下。吼、哦，实在看到拍火的时阵吼，恁也辛苦，阮看到吼也足艰苦的，搁当事人更加艰苦。吼、哦，局长，这件爱注意一下。来，迄、那个教官啊吼。处长，长久以来，我拢有去家里讲到咱车头，即卖迄座的广场，我真正到今仔日，安怎想阁想无？咱做一个工程，要爱安全，是毋是附近的？咱爱围篱巴开，围篱巴开的当中，咱外面的要坐车，还阁伫遐，到今仔会知啊？要坐车伫遮坐，来电来来，乌涂骹乌涂骹。处长，你认为安尼敢袂危险？是安怎？你无要叫因先迁去别位，还是你的想法想讲，我这边做好，恁个迁过来这边就好啊？我甲阁做这边，还是你有计划要请因迁去对？来，处长，你别讲话到这。郑处长。谢谢主席哈，谢谢王议员关心哈，跟议员报告哈，
在那个赛前。简单的，你是安怎不爱叫人听呐、啊？因为咱就是我有考量到讲，迄个做一寡是大人吼，一寡做较无便的，无方便。那安尼，你的意思就是讲，无要听，即马接着欢迎过来吃，安尼是无？跟议员报告吼，因为东川关我有想要找别位吼，可是因为迄个距离伤远吼。你袂使去找，你爱叫家己关找啊！迄家己关的代志，迄停车你是爱找啥？是跟议员报告，因为咱就是我有考量到这个大众运输吼，还他就他需要大众运输员他方便安尼啦。卖这个卖我，你是爱为家己市的百姓去接你那的交通问题呢？是。他拄仔张秀华议员安怎讲？一定已经问。有两万几个在咱家里骑车头，伫遐出入，这交通无乱吗？搁本身来你讲的，讲你这广场规划到安尼，要让因会使踮遐停车落车。未来那交通，那伊要出来，这边搁要出来，交通敢会乱呢？伫红灯生停卡，是安怎你这么执着？我来你讲的。是希望恁会当做好交通好，恁嘛已经伫九月要完成啊，恁嘛无可能要过去改变啊。处长，时间会证明一切。坚持这条路做歹行，九月的时阵，我相信你还阁做处长，我也阁做议员，我们拭目以待。好、哦，处长，请坐。来，环保局长，局长，我昨昏要去社会处的时，拄好看到恁咧开记者会，我拄好问你，我是讲啊，这个问题我拄好有兴趣，今仔要甲恁探讨，因为恁七月初都开始要检查垃圾嘛，局长，伫遮我有听到恁咧讲，那用乌地啊，恁要破袋检查。局长，这个无地啊，来来，别个见，请两位。张局长，谢谢副局长，谢谢王议员。那是乌地啊的。这乌地啊嘛。看袂到内底面。看袂到乌地啊内面，噶你就是要来动乌破。还是有疑问的，噶动乌破。阮会来抽查啦，啊，袂足粗鲁的啦，会。那较好听，阮就甲听开；，啊，那较歹听。噶你听的是要安怎听？局长，我这问你要安怎提啊？你要安怎提啊？伊夹的迄个所在，就你即马夹的呀所在，但阿夹挂。是安尼啊？安尼提啊？用刀啊？安尼怎敢规个呀？无啦，袂安尼啦。袂安尼啦。袂安尼啦。阿婆，你要安怎提啊？我会用美工刀小可甲挂一份，吼、哦，阿、啊、姐来甲检查看有物件无？为什么你不爱去宣导百姓卖用乌地啊？就好啊嘛。是这个部分，我可以买了，伫厝的乌地啊，赶紧用好了。未来咱莫阁用乌地啊，较对啊。你应该是去选择这個，你若想，伊若要检查的时候，你粪扫车敢袂耽误时间？一分一秒，百姓拢时间拢超好，伫遐等咱的粪扫车，你敢袂应用着？是，所以咱嘛是有伫宣导吼，民众用咧。高透视性的垃圾袋啦，就是讲看会到安尼啦。爱尽量做好，七月初开始，咱是为着咱的环境所努力的，卖让百姓干嘛做劳民的。好、哦，局长，而且我昨看恁一个 idea 真正足好诶，最爱来恁鼓励一个。那好诶，我王明威绝对不吝啬，拢一定来比赞诶。局长，您讲千起五个地啊，加五粒电池，咱七月初加初二，下早啊十点，会使去咱市政府，偌济一个人一个。我才拄啊，给阮张秀华议员看，阮张秀华议员讲，唔敢那有遮顺，伊嘛要去话。真正呀，伊才拄仔讲诶，所以局长，这个 idea 真赞，谢谢，真赞。要过阁是问题，要去换灯来先，咱爱去来选。延长一分钟。局长，
这哦，拜托恁社区哦，爱去多宣导啦。但我阁唔知影讲，即嘛大家拢讲金蕉真营养啊，金蕉袂使放咧喷的啦，西瓜皮嘛袂使放咧喷的啦。像这个出战的，爱多宣导，上这嘛爱有宣导这这够路用的。好、哦，局长，局长，我的时间也剩30秒尔，我要来你讲哦，咱的文化路迄、那个应当讲，上好去争取钱，等来做，卖像咱干部处的讲要来随人路恶开，咱即马有前瞻性的去争取钱，来做迄个应当讲做好水，好、哦，无这。水阳路好开，什么要搁去种杨柳？迄个没事。啊，你若清楚这個，大家。咱感谢王秘书议员的发言，介绍咱请傅大伟议员发言。主席好，市长好，各位议席主管好，各位议员同仁，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那个议公司能不能帮我放下那个袋子下？哦，这个是我们小雅路，小雅路哈、啊，目前都还在施工中哈、啊，目前还在施工中，但是可以明显的看得到哈、啊，刚刚做好的很多的道路哈、啊，都开始龟裂哈、啊，再下一张图，好、哦，好、哦，都开始龟裂，再下一张图哈，好、哦，这是我们要设计给民众的座椅哈、啊，也都开始龟裂哈、啊，再下一张，好、哦，在我们的路灯下好、的也都开始龟裂，好、哦，再下一张。好、哦，这个都是我们的座椅。好、哦，再下一张。好、哦，这些都是我们座椅的部分。好、哦，再下一张。好、哦，这都是我们的座椅的部分。很，再下一张。好、哦，这个是我们斜坡道的部分。哈、哦，都开始龟裂，都开始龟裂。哈、哦，好，公务处处长，那个这个工程验收了没有？李处长。谢主席，谢议员，这个工程是不是指那个小雅路的人行道改善工程？ 对，应该是已经验收了。哎，我们去年才施工的嘛，哈，有，今年初吧，今年大概2、3月完工的，二三月才完工，现在才六月哈，然后还有另外，我看还有些地方还在施工嘛，哈。可能是在改善吧，因为验收完毕之后，有一些缺失的项目会要求他改善。对，事实上，哦，本席从这边走过哈，八雅竹路大家走过哈，龟裂的地方非常的多哈，龟裂的地方非常的多，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哈，然后这个施工品质真的让人家很堪虑哈，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你看你说今年才施工，2、3月才验收，然后现在才6月的时间，然后才这2、3个月的时间，整个的规划都，整个的人行那个斜坡道的部分呢、啊，还有座椅的部分呢、啊，还有一些比较需要被牢固的部分，像路灯的部分，都已经龟裂成这样子哈。然后我不知道这个工程能够撑几年了哈，是不是在？我希望处长这边好、哦、跟。包上这里是不是该打掉重做的就打掉重做？我是有看他有在修补啦，一块一块在修补啦，一块一块修补，你要修补到什么时候？然后今年才刚刚开始龟裂，明年过了保护期的时候嘞，然后是不是要盖瓜承受？我记得大雅路的工程哦，当时也是发生这种问题哦，当时也大家也都在提议哈、哦，是不是要叫他重做？结果。都没有重做哈，一直用修补的方式，结果你看现在大雅路的整个路面，还有整个斜坡道，很多都已经破损的非常的严重哦。大雅路是前两年才做的工程哦，这边也是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一个问题哦，所以本席在这边哦，再一次的呼吁哦，该打掉重做就打掉重做，不要用修补的方式，然后。修了东墙就是坏西墙哈、哦，然后永远修补不完了、啊、哈、哦。公共工程做得不好，就是叫他重做。叫他做不好，我不知道那时候验收的时候怎么会整体的验收过哈、哦，这是让我觉得很纳闷哦。这么短的工程，处长你自己认为说你有什么样的具体做法？
这部分当然要到现场去看他先帝的情况哈，因为所谓的这种皲裂啊，有时候只是因为养护不足哦，所以表面出现这种裂纹啊，对于他整体的结构，我想还不至于产生真正的影响，但是这个都必须看每个地方它真正的一个情形呢，才能做判断。那当然在保护期间，厂商他有他的责任来负责把这些施工的品质再把它维持到我们要求的这个品质哦，所以这部分我想我们会依照议员这边的指示啊，来好好的来进行并且检讨。好，这样子啊，处长我希望你赶快回去研究哈，把这一条小雅路的整个人行道的工程哦，能够做得更完善哦，因为这条道路是很多的南南国小的很多的同学都要从这里上下课，他们要行经这个人行步道哈、哦。当时会要求把所有的小矮人树尽量的铲除掉，就是因为小矮人是属于无根的植物，然后人行步道整个都破坏掉了哈、哦。这也是当时本席在议会建议哈、哦，整个加人数是不是全面的拆除，人行步道全面的重铺哈、哦，让它是一个平整的，让我们的学童上下学能够行的安全哦，行让家长也能够放心的让孩子去走这样的一个人行步道。曾经就发生学生哦，以前发生学生走人行步道去绊倒的事情哦。我希望这个工程刚刚做好，我不希望这个龟裂的范围越来越大、哦，有裂痕有什么，是不是将来会造成再次的行的安全的问题哦，这是本席非常关心的一件议题。我希望处长哦能够更加的哈、哦、去注意这样一个行的安全的问题哈、哦。好，是的啊，处长你请坐，谢谢。在这里哈、哦，我想要请教一下我们交通处这里哈、哦，交通观光处这里，那、处长，那个我们都知道你这次有规划了一个来加一日游、来加两日游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规划行程哈、哦，我觉得这样的一个行程非常的好哈、哦。我记得我曾经在议会也曾经一而再、再而三的在强调这样的一个规划路程哈、哦，让所有的要来嘉义玩的人，在网络上就可以找到嘉义市的旅游景点，甚至让他初步帮他做一个规划，让他减少这样的一个规划思想的时间哦，让他一目了然嘉义市有哪里好玩，有哪里好去哈、哦。我觉得这个你把这个规划的非常的不错哈、哦，但是很多美中不足的地方哦，就是他我觉得嘉义还有很多的景点在这一次的规划里面都没有规划进去哦，这非常的可惜哦。像我们的旧监的部分都没有，旧监的部分，我们嘉义公园的部分只讲到了一个史迹资料馆哦，而且都不是我们的旅游重点哈、哦。然后事实上嘉义我们本集在这边强调过很多次哈、哦，嘉义有一条很漂亮的蓝带绿带哈、哦，从火车站开始哈、哦，我们的那个文化创意园区啊，到对面的美术馆哦，最近又要开工哈、哦，到我们的铁道艺术村啊，一直到林业车库哈、哦，火车车库哦，这一直到林业文化村，到北门驿哦，到快意生活村，到我们的旧监哈，玉政博物馆，一直到嘉义公园，到蓝潭风景区，哈、哦，然后这事实上早期的还有我们的尼陀寺的八景哈、哦，然后那个木五城中那座吊桥，现在我们要在我们现在也正在考虑要在比较下游地方要重建嘛哈、哦，我觉得这个构思都非常的不错了哈、哦，但是。整体的元素很多都没有加进去哈，整体元素都没有加进去，只加了一部分下去哈。我觉得这个这样的一个规划哈，就会变得比较空洞，而且我本期看有些规划是有点跳跃式的在跳跃，没有一个整体性，一个流程性的在走这样的一个流程，是不是？本期建议这样子一个流程，从火车站开始，或者从哪一个定点开始做一个。圆圈式的，好、哦，就因为我们的绿带蓝带刚好环绕在整个嘉义市的一个圆弧地带。如果说把整个路线画出来的话，它是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路线图哈、哦，它可以很让所有的人他可以很顺势的去走，不要一日游、两日游，有的跳东边，有的跳西边，它的整体的动线规划哈、哦，我是觉得有。
就欠缺一些更细微的思维的因素在哈，是不是？本席再次的建议哦，我们这个流程动线哦，我们把它先把我们的景点全部找出来，提供给我们的规划的单位哦，然后我们有一个动线，然后我们哪里是我们嘉义市的美丽的小吃的地方，哪里是我们嘉义市最好逛街的商店街的地方，整体动线也都我们自己要有一个思维出来，然后再给我们的那个设计团队来规划。我想这样子的规划起来的话，希望它的流程动线是非常的顺畅啊。本席也上次也在讲哦，说是不是这个动线我们能够也用那个小型的电动巴士来跑这样的一个动线哦，让这样的让来到嘉义的人哦，因为嘉义很多地方都不好停车啦哈、哦。然后如果说我们找一个定点哦，让所有的车辆到了一个定点之后，坐我们的这样子一个环保的电动车哈、哦，中型巴士的电动车来一票玩到底的方式哦，我相信 N 等几分钟。我相信哦，会更吸引所有愿意来嘉义旅游的人，因为他来到这里，他就可以完全放松之后，坐着我们的电动车到每一个景点，到每一个小吃的地方，每一个可以逛街的地方，哦，这样的一条动线把它规划出来哈、哦，我觉得这应该是更容易吸引人哈、哦。最后的40秒，请处长你赶快回答一下吗？郑处长。谢谢主席哈，谢谢副议员哈，我们谢谢副议员给我们的指教了哈。那我特别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前一阵子规划出来那个路线的部分哈，是比较属于是生态的小旅行。那我想说后续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个游程规划的部分，都会按照我们议员这个建议哈，把我们一些重要的一些的景点的部分哈，能够特别放进去。那可能也包括说他们有一些相关的交通运具的部分，我们也尽量能够考虑到所谓的绿色环保的部分。谢谢议员的建议，以上。好，多谢咱副大委议员的发言。各位同仁，现在开会时间已经是超过十二点了，目前是12:10。今仔8点以前都14个议员来登记，所以咱嘉义市议会议员拢是上认真的。今天上午议程已经到这进行完毕，如果无其他意见，上午的议程到这结束。下晡是个审查会议，多谢咱大家，多谢散会。